昨天已经去，但是我忘记拿那个。
报委员会出席委员十员，已知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哈。请议事员宣读上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八届第八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4年11月18日，星期三上午9:18至11:17，地点红楼三林会议室，出席委员蔡锦龙等，出席委员11人，请假委员蔡黄郎、杨应雄，列席委员陈欧珀等，列席委员9人，列席人员侨务委员会政务副委员长信世昌及所属人员，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吴松柏，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董事长龚文平，行政院主计总处专门委员吴忠信，主席黄召集委员韦哲。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一、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关于侨务委员会主管信托基金，一、庄守根公益基金，二、受理捐赠侨生奖助学金基金，二、审查侨委员会主管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及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105年度预算书案，侨委员会政务副委员长信世昌，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董事长龚文平分别报告，委员蔡锦龙等9人质询，均由侨委员会政务副委员长信世昌及相关人员及其答复。决议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侨委员会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并附之本委员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二、委员马文君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三、侨委员会主管信托基金审查结果：一、庄守根公益基金。一、基金运用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总收入37000元照列。三、总支出42000元照列。四、本期短处5000元照列。二、受理捐赠侨生奖助学金基金。一、基金运用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总收入2781000元照列。三、总支出2948000元照列。四、本期短处167000元照列。四、侨委会主管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案审查结果：一、工作计划部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总额一、受赠收入398万3000元照列。二、财务收入510万元照列。三、支出总额一、劳务成本487万2000元照列。二、管理费用421万1000元照列。四、本期剩余0元照列。五、通过决议一项。五、侨委员会主管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105年度预算书案审查结果：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总额原列3902万4000元，增列业务收入项下保证业务收入之收回呆账5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3952万4000元。三、支出总额原列3728万8000元，减列业务支出项下保证业务费用之服务费用10万元，含差旅费5万元及业务推广费5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3712万8000元。四、本期剩余原列179万6000元，增减户底后增列60万元，改列239万6000元。五、通过决议七项。六、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关于侨委员会主管信托基金之庄守根公益基金及受理捐赠侨生奖助学金基金审查完竣，审查结果送财政委员会会审后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七、侨委员会主管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及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105年度预算书案审查完竣，审查结果提报院会，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黄召集委员韦哲做补充说明。以上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要增补会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开始进行，那议事录就确认，那请议事人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外交部部长、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主任报告针对法国恐怖攻击事件之我驻外管处因应作为及我国反恐部队能量及现有战力，并请国家安全会议、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内政部警政署及移民署派员列席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接下来介绍与会各位委员及列席各位长官哈。首先先介绍陈振湘陈委员、张凯成张委员。接下来我们列席各位长官，外交部政务次长令狐荣达、领务局长龚中诚、亚太司司长常以立、亚太司副司长周学佑、亚非司副司长邓胜平、欧洲司司长高安、北美司副司长姚金祥、拉美司副司长郑立成、国主司参事回部办事汪汉元、研社会处长回部办事谢其旺、礼宾处副参事回部办事高怀金、人事处副处长许文寿、政风处处长丁国耀、公众会执行长王佩玲。还有接下来行政院国土办公室副主任黄俊泰、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德林、特勤中心副执行长林文豪、公关室主任赵拉君、国防部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唐华、情报参谋次长室国际事务处处长林中行、内政部警政署警政委员吴思禄、保安组组长李真坤、国际组组长曹晴辉、移民署副署长张琦、国境事务大队入出国查验监控队队长王俊玉。好，我们接下来请外交部令狐次长就针对法国恐怖攻击事件之我驻外管处因应作为及我国反恐部队能量及现有战力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本人非常荣幸能够代表外交部来就这个法国巴黎受到恐怖攻击事件来做一个报告。那么在11月13号法国巴黎遭受到恐怖攻击事件之后，我们这个到目前为止的一些因应作为，那么发生这个不幸的事件是非常令人遗憾的。那么近年来全球恐怖攻击事件频繁，世界各主要国家都采取相关反恐措施严肃以待，未敢轻忽，我国自已有所应应以防范未然。以下仅依序简要报告本案外交部及驻法国代表处处理经过及应应作为。依事件经过大要，法国大巴黎地区本月13日21时20分起，台北时间14日凌晨4时20分起，在33分钟之内，遭到3组恐怖分子协同于6处地点陆续发动攻击，包括一自杀炸弹客攻击正举行德法足球友谊赛的法兰西体育场，那法国总统欧兰德也在现场观赛，但是随后撤离。二，枪手驾车定点扫射市区餐厅逃逸，以及三，在巴塔克兰音乐厅挟持人质及屠杀民众，造成89人死亡。去11月17日晚间23时，一共有129人死亡，117人已经确认身份，352人受伤，
221人仍住在医院。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已经承认发动该攻击行动，既有7名恐怖分子在攻击行动中死亡。法国政府则与欧洲各国展开全面缉凶行动，追查第八及第9名在逃凶嫌及同谋。第二，法国政府及法国各界反映，法国总统欧兰德于11月13日近午夜紧急召集内阁会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立即恢复边境管制，关闭大巴黎地区各级学校，增援1500名兵力，加入维安工作及采取相关维安措施。欧兰德总统并取消参加本月15日 G20 土耳其峰会，改由外长及财长代表与会。二，欧兰德总统是于14日上午召开国防会议，会后发表电视演说，定调这个 ISIS 所发动攻击为战争行为，国殇3日，这个是法第五共和首见，承诺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人民及国土安全，绝不宽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犯罪行为。三，为了凝聚全国共识，欧兰德总统15日先后接见最大在野党共和党人主席，也是前总统沙克奇，参众两院议长及各党团主席，以及包含极右派政党国民阵线在内的各党主席。法国自15日晚间起大规模空袭伊斯兰国组织据点，至17日为止已经发动3波空袭。第四，法国参众两院16日召开联席院会，由欧兰德总统发表演说，宣布将提请国会延长紧急状态至3个月，修改宪法第16条，也就是总统紧急权力，及第32条戒严，以符合时事，简化撤销双重国籍罪犯法国籍之措施，增加8500名治安及司法人员的员额，并扩大招募这个两个职务的人员，责成国防部长勒德里安援引欧盟里斯本条约第42.7条共同防卫条款，争取其他会员国协助等措施。低部长17日于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中提出协防要求，已经获得欧盟的积极回应，同意帮助及支持法国反恐。五，法国总理瓦勒斯宣布本月30日至下月11日举行之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1届缔约方大会，以及12月6日至13日之法国地方大选、地方选举均如期举行。六，欧兰德总统定于24日及26日分别访问美国及俄国，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及俄国总统普丁，盼组成联盟协同行动对抗伊斯兰国组织。第三，国际反应，美国总统奥巴马、德国总理梅克尔、英国首相卡麦隆、意大利总理、西班牙总理、加拿大总理、俄罗斯总统、土耳其总统、联合国秘书长、欧盟执委会主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均表慰悼或谴责恐怖主义。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及外长等分别致电法国总统、总理及外长，表示慰悼。习近平重申反对一切形式之恐怖主义，并表示愿意与法国及国际社会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原定访法的这个伊朗总统罗哈尼也取消这个访问行程。那么在正在法国进行私人行程的突尼西亚总统则拜会欧兰德总统，表达团结的意思。欧盟外交及安全事务最高代表摩格里尼女士17日表示，欧盟及其会员国一致支持法国在巴黎恐攻后依据里斯本条约第42.7条所提的协助要求。那四，国内相关机关、外交部及住处处理情形。一，马总统及行政院毛院长于14日获悉该恐怖攻击事件后，第一时间就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严厉谴责暴力，并对死伤者及家属表达最诚挚慰问及哀悼之意。另外，指示外交部等相关单位清查及掌握我国在法国侨民、留学生及旅行团的安全。二，外交部立即于14日晨间致电法国在台协会，表达关切及慰问，并且将总统上述声明透过驻法国代表处同步转至法国外交部。我国外交部是发布新闻稿，对死伤者及家属表达慰悼并谴责暴力。三，外交部于恐怖攻击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
着驻法国代表处成立应变小组，主动与法国警方及各相关医疗院所密切保持联系，了解有无我国人受到影响，同时联系在法国的旅游团，大约有200多人，留法的台湾同学700多位，这个留学生、台商及侨胞组织大概1700人，提醒注意自身安全，如有情况随时与住处联系。那么法国除了法国国民之外，至少有10余位分属9个不同国籍的人士在攻击中丧生。那么经过住处洽具外交部，法国外交部危机处理中心表示迄今没有我们的国人伤亡。此外，外交部亦更新旅游警讯文字，参考其他国家处置措施，例如美加、英、比、新及中国大陆系更新警戒文字说明，澳纽是对大巴黎地区警示提升。那么我们也将大巴黎地区的警示灯提升为黄色，就是检讨应否前往，并且去电住处针对恐攻事件后续发展及有无国人受到波及继续追踪，随时呈报。为便利国人向家人报平安，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网站首页14日就开启了巴黎恐怖攻击事件专用之旅外国人平安留言板，供民众留言并及时因应。外交部紧急联络中心也是领务局驻桃园机场办事处在第一时间起会诊民众协询请求，转请住处协询。那么到18日为止，一共有11人次的协询请求，那么我们都获得相关家属及亲友的回报，当事人是平安的讯息。马总统在16日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指示相关单位立即启动反恐应变机制。外交部另外通电驻外相关管处提高警觉，并随时与驻在国安全单位及警方保持联系，尽量掌握驻地国人侨团以及留学生动态，以为因应。第五，外管紧急应变计划及反恐因应措施。以外交部为因应境外各种重大天灾或人为事变，协助旅外国人及我国侨民紧急避难或撤离至安全地点，依据驻外管处危机处理作业纲领，定期请驻外管处更新紧急应变计划并报部核定。另外，在103年订定政府协助旅外国人及侨民紧急应变处理原则，并且奉行政院核定在案。二，外交部于本年4月28日通电各驻外管处，请更新紧急应变计划，并电传驻外管处紧急应变计划应该包含要项供参考。那么该紧急应变计划应该包含要项有包括因应恐怖攻击的各项应变措施、收集资讯装备、紧急避难处所等的急难救助计划。驻外管处也据以更新相关的紧急应变计划报部。第三，外交部也通电驻外管处启动紧急应变计划，尤其强化下列反恐应变工作。一，驻外管处加强各项安全防护措施，全面提高警觉。第二，运用各种管道主动提醒我国侨民、留学生与台商，加强自身安全维护，并且与相关侨团与留学生团体保持密切联络。三，检视驻外管处紧急应变计划妥适与否，并因应驻在国情势补强恐怖攻击之应变措施，备于必要时立即启动。第四，与驻在国警政与安全机构建立直接联系或沟通管道，加强相关反恐情资交换及建立安全合作之交流。第五，外交部领务局通电驻外管处加强审核外人来华签证，过滤可疑分子。四，外交部礼宾处与相关地律师及各驻华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提醒各驻华机构提高警觉。六，结语，外交部已由部长致函法国外长法比斯，并转总统声明以表慰道及表达我国与法国同享和平人权价值国家，并坚定支持法国反恐行动之立场。法国甫遭攻击，除初步宣布之紧急措施外，法国政府在国内外打击恐怖主义之后续行动与策略及边境管制措施尚待观察，亦可能对欧盟未来之难民政策有所影响。为今此事件，打击恐怖主义料将为法国政府对外政策首务，且法国亦已在欧盟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架构下寻求欧盟澳元并获支持，
原外交部将随时注意法国政府、欧盟及其他主要国家所采行之相关措施及具体作为，检视并强化我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报告完毕，谢谢指教。好，谢谢次长。接下来我们请国土安全办公室黄副主任做补充报告。那国土安全部，我们现在改开秘密会议。那请现场我们的议事人员稍微处理一下，然后报告完之后开始询答，询答再恢复公开。
非本会委员六分钟，十时三十分发言登记截止，然后来现在开始。首先第一位请江启程委员。好，谢谢主席。主席，我先请教一下，我们今天啊，这个整个业务报告是关于反恐的，也就是针对法国恐怖攻击事件之后啊，我们的一些应变能力啊。但是我发觉今天来备询的单位跟报告的单位啊，几乎全部都是副手哎，好，我们外交部来的也是次长，国土办来的是副主任，国安局来的是副局长，国防部来的是助理次长，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单位了。内政部警政署来的是警政委员，啊，移民署来的是副署长，我不晓得这个到底我们要问什么，因为没有一个是主官，对。没有一个能负责，跟各位委员以及委员会报告一下，这本来我们还要请，因为这个部分我们有请国家安全会议，国家安全会议说他们是宪政机关啊，这个是属于总统府，所以国家安全会议没有前来，那么请国土安全办公室，国土安全办公室现在他们的主任在内政委员会审他们的预算，所以请副主任来。请外交部部长有邀功，请国防部部长，好，他有事情，因为他们现在华美火炮火力展示，所以他仍然在中南部，请国安局长，好，有事，他们本来今天要派处长来的，我们坚持让他找副局长来，所以时间就蛮急的，然后各部会好有事的有事。大概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尽了很大的力，然后尽量再邀集足够的人的单位，那这些部会就因为这样子，国防部长下个礼拜有空他可以来，可是下礼拜可能要主席，我要讲的是说其实这个议题算很重要啦，那我们今天来的各单位，当然国安会他是现任机关，这我们了解，但是其他各负责相关的单位跟部会啊，总不能用一句我另有要功我不来立法院哈，我觉得这也交代不过去了，尤其这么重要的事情，那这是跨部会，光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反恐应变中心的那个组织表，跨级的单位就这么多，结果我们今天来备询的全部通通是副手啊，甚至连一个警政署派一个警政委员来，我不知道警政委员是多大，真的不知道啊，所以这样的备询我觉得效果非常有限的，我们的咨询会非常有限，同意，所以我是不是建议啊，这个主席看是不是啊，做一个处理啦，看这个是你要再另外再排，还是说，要做一个要求啊，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惯例如果延伸下去啊，你以后每次派来的都是副手以下，对。我觉得我很同意江委员的这个讲法，所以说我们将来，我不是怪主席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我们的行政单位必须要尊重立法院的，对，我也这么讲。其实我们都是在这边，有问题要提出来，也是期待能够问到，大家民众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嘛。好，我们总是不希望副手来，或者是比副手还低的来之后说我要带回去再问看看。那我们就失去了备询的意义了嘛？我们每个人备询时间都那么有限，咨询的时间都那么有限嘛？好不好？这我建议给主席了。是，等一下，我先跟您说，那个时间还没开始询答，所以那个时间要先扣掉。所以我同意，江委员，其实国防委员会在各部会算是对各部会最友善，
啊、最尊重的，最尊重的啊！你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回报国防委会对你们尊，外交国防委会对你们尊重，大家自己知道哈、哦。所以说，我们还是开始询答。那接下来我们还会请各部会首长再邀请，就不同的议题。但是你们如果继续要这样的话，那以后还我们还会继续看到哈、哦。好，来，先请江委员，那就请那个主席邀请一下我们。外交部的次长跟国土办的副主任，请令狐次长跟陈主任、陈副主任、国安局、令狐次长，那那个国土办黄副主任跟国安局副座，王副局长哈。啊，次长好，我先请教一下，你们提供的这一份资料哈。你刚刚所做的书面报告后面有一个附表，是这个附表 step 1 step 2 step 3、啊、就是整个我们协助旅外国人侨民应变机制处理原则啦、啊、是这个是通用在所有的事情对不对？对，我们是尽量包括各种可能性，不是针对反恐的嘛？这个恐怖活动、恐怖攻击，目前也包括在这里，也包括在内。是，那我请教一下，如果是也包括在内的话，那国土办的位置在哪里？我们这个主要是针对国外，驻外管处的部分。没有错，是驻外管处的部分。可是呢，照理讲，国土安全办公室它应该不是只有掌握国内哦。他国外的反恐情资也要掌握吧？这国内外不能切断啊！整个反恐的事情，国内外不能切断啊！是，我想我们这个国际合作也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外交部透过驻外管处都有联系，那么我们所获得的资料一定也都会跟其他的机关来分享。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是我们今天来的外交部、国安局、国防部。行政院的国土安全办公室，请问反恐这件事情，你们谁为主？这个谁为主导？可能请那个谁为发号施令的单位？可不可以？当然，你不要推给国安会啦。好，国安会那是另外。我的意思说，在你们执行单位事务层级横向协调上面，谁是发动的单位？可不可以请？好，报告委员。在这部分，首先是由国安局来做情势的整个研判，然后我们接到情资之后，会发动所谓的先期处置应变小组，然后依据情势的升高的情况啊，所以是国安局做发动单位，是不是？就情势研判，对。情势研判，对。然后那情势研判之后，你们发号施令。我现在讲的是谁发号施令啊？是，那应该是由我们行政院幕僚，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是担任幕僚。来发动，所以国土办是幕僚，对，国土办没有任何发号施令的权利，是这样吗？那是国安局发号施令，那国土办存在干嘛？我们就是负责来把所有的那个应变机制，应变中心的成立好时机。那你提到应变中心，反恐应变中心指挥官是谁？依照层级不一样啊，在我们第一个层级首先是有你们资料都没有给我们、欸、我只听到刚才的口头报告里面有提到所谓的反恐应变中心指挥官，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啊，但是你们给我们的所有的报告资料里面，包括外交部的，完全没有所谓的反恐应变中心。我只知道说我们在发生台风的时候有灾害应变中心，好，那个灾害应变中心自然而然的行政院长进驻之类的，甚至有时候总统。但是反恐应变中心，请问第一个，法制上面有没有这样子的编制？有没有？是哪一个单位负责来编制筹组这个反恐应变中心？是，首先在我们国土安全政策汇报设置的作为要点里面，有提到有八个应变，九个应变组，现在调整为九个了，原来是八个。那这个应变组里面就会有主责的主政八个应变组，对。那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反恐应变中心第一个指挥官是谁，第二个什么时候会成立，什么条件要成立？对，这一次比如说这一次法国的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有没有到成立的阶段，还是没有？你必须回答我问题。好，如果成立的话，谁是指挥官？好，那以这一次的情况来讲，我们还没有到启动这个音。好，还没有到启动，那启动的条件是什么？启动的条件就是按照那个整个的那个情势啊，经依据国安局。副主任，你是不是反恐背景的？你是不是国土安全背景的？我是治安背景。治安背景是啊、哦，那主任是吗？主任是。主任他具有反恐背景的训练吗？有。好，那我还是请教嘛，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啦、哦、就是说反恐应变中心何时、什么条件，我们法就算不是法律啦，你行政院的规定啦，什么情况底下要成立反恐应变中心，条件是什么？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是，好，我想在这部分我们有一个国土安全应变机制行动纲要、哦、那今年我们刚修订完毕。条件。那在这部分我。你不知道，那成立之后的指挥官应该是谁？在一个先起应变小组的时候，是由各部会或者是由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来负责主导。到了二级应变中心成立的时候，就是由各部会的首长、相关部会。那我刚刚有提到有九，所以每一个部会都成立反恐应变中心吗？没有。刚刚有提到说有九个应变组，那这个有对，那是各组嘛？我刚刚问你一个。整个国家的反恐，我这样问啦，假设今天恐怖分子打到台北来啦，台北发生类似法国的爆炸案，不是不可能。好，我请教反恐应变中心什么时候成立，多短的时间内成立，进驻的会是谁，主任应变中心的指挥官是谁。好，那刚刚我提到不好意思，容我再把这个整个机制稍微说明一下，然后我再回答。副主任，你们应该把那个表给我们才对。你今天给我这个表，这有点文不对题了。对，因为是有点我们这个是属于机密资料了。那我们从容许我们会后再提供给委员。是机密资料？是。那是机密资料，刚刚在机密报告为什么没有给我们看？因为你刚刚的机密报告那个也不是机密啊。你告诉我说全国的反恐的应变的这些兵力有多少，我干过特种部队我也知道啊，全国也都知道啊，这不是什么秘密资料啊。那你刚刚讲说这个反恐应变中心是一个秘密的不能公开的编制，那刚才的秘密报告为什么不讲？刚刚的报告是主要针对反恐，主席，这是我刚刚讲的特勤队，今天你找错人来的时候这个质询是没有用的、啊哦、答不出来啦、哦，所以反恐作为啊，我刚刚请教是最简单的，这个都还没有发生在我们的国土内部啊。如果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很有条理的来回答的时候，那发生的时候不是一团乱吗？对不对？反恐应变中心的指挥官不能回答是谁吗？是行政院长吗？还是总统？ 到一级应变中心的时候是行政院长。好，一级应，你看我要你回答这个问题，你浪费了我几分钟。你现在回答我，一级应变中心的时候是行政院长，那有二级是不是？对。啊，二级是谁？二级就由相关的部会的部长来。相关部会部长那是谁？按照发生的形态，比如说有核能的辐射的攻击也好，或者是化学攻击啊，按照发生的形态的由各不同的部位来担任指挥官。好，这个部分你必须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资料。好，因为我看我再问下去你也答不出来了，我再请教一下哈，我们警政署有没有来？警政委员。警政委员啊，你看警政署派的是警政委员，那我怎么问、啊？吴思路。好，我请教了警政署，我们在法国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是不是有加强所谓的在台的外籍人士的保护？我们在台外籍人士外国驻华的使领馆或他们的长官的官邸，我们平时就有，但是这次以后也有加强。从在最近年，外国在台的机关学校，我们都有加强。委员，你熟不熟这个业务？你熟不熟？你不熟，你今天来干什么？我曾经担任过保六总队长。好，
保利总队长的任务工作就是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勤务。外国驻华使领馆的保护，对不对？那我请教一下，恐怖分子如果真的渗透到台湾的话，他会只针对外国人吗？他会只针对外籍人士吗？这个都不确定，各种都不确定嘛，都有，都不确定嘛，啊、哦，所以在加强安全的维护这一部分，应该不是只有针对外籍吧？是整个台湾内部的安全维护的强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怎么样掌握情资跟主角在境外才是关键吧？对不对？你今天让恐怖分子渗透进来的时候，你要去防范其实很困难。这一次法国的事情里面，你要记得哦，很多是法裔的法国人自己本身哦去加入这个组织哦。好，那你们有没有掌握？我不晓得这个资讯到底是警政署在掌握，还是国安局在掌握，还是调查局在掌握了。但是整个政府到底有没有掌握？比如说台湾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人物加入相关的恐怖组织？我们有没有掌握？相关的情资，我们情资单位都有交换意见，都有交换，有没有？都有。我们有没有发现过？国安局、移民署和警政署的情资交换应该很密切的。所以，我可不可以回答？啊，你回答，请。委员好，我是国安局的王副局长。是副局长。我想委员所关切的这个议题啊，我想我们都在密切的注意之中。在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我们有任何的国民有参与到IS 这种组织的一种恐怖的所有的恐怖组织，我们没有国人没有人参与，到现在没有发现。你们所掌握的资讯没有发现就没有发现具体的一个线索情资都没有嘛啊？是因为接下来你要记得到年底哦，我们剩下一个月左右，一个半月左右就要跨年，陆续所有的大型活动都会上场，节庆也好，跨年也好，还有选举造势，各种人潮的聚集。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会非常非常的密集，而且是在全国各地都会有，所以你的这个资讯的掌握哈，情报的掌握啊，会非常重要。谢谢。而不是只有加派人力说，哎，我来巡逻那个夜店啊，哪里啊，我从三个小时改成两个小时。我谢谢委员提醒，我想我们都有在做，因为包含国际合作有方也好，对，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包含国内也好，我们都会在做。因为你去看整个法国这个事情的发生啊，它不是说，你做好说巡逻就可以防范的。是，如果你的情报没有掌握的时候，整个事情是可能随时会爆发了。而且现在加入反恐行列的国家，也包括亚洲国家，日本、中国大陆，这些都是亚洲人，大家面孔都差不多。所以 IS 报复的对象绝对不会只局限于美国、法国跟西方人。我想这个除了特定的状况发生之后，我们所必须要加强之外，实际上我们平常都很注意这些情资。好，我们希望你好好掌握，因为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在你们手上。我们当然觉得你们也很辛苦啦，但在这边我们要拜托你们必须把这一块维护好，因为接下来真的台湾到年底我们有太多大型活动要举办，那甚至包括选举在内，这个是不容许有任何一点闪失的啦，啊、哦，它影响会非常的大，不只是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而已。但我也再次呼吁啊，我们行政单位尊重立法院哦，这样的备询不应该再只是派副手来了，哦，也跟主席建议，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江委员哦，其实。教委您所咨询的就是平常我们对他们的尊重换来他们对我们的不尊重啊。好，那接下来请蔡景龙委员哈。谢谢主席，我想请黄副主任。请王副主任。副主任，我刚刚听了江启臣委员、啊、的咨询、啊、我想安逸太久了，所以啊，连欧洲几个国家有恐怖啊情资的，甚至呢啊有经验的，都乱成一团，到最后还是国安局来做。所以我们
啊，这个行政院呢、啊，啊，国土办呢、啊，到底它的功能啊，会不会跌床架屋？而且这么久了，连那个指挥系统你都打不出来，所以这个可能啊，这个可能我是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啊，太多的编制啊是浪费了，而且呢，这个安逸久了以后啊，大家整个组织都松散了，啊，不然怎么今天的咨询会里里浪浪呢？是，谢谢委员指导。刚刚啊，我在回答江委员的时候，可能在我的回答上不是很快速的回应啊。那其实，在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的整个的运作机制里面来讲啊，这两年来的确有非常大幅度的提升。那首先在我们反恐部分啊，我们最近呢刚调整了我们的反恐应变机制的指导纲要，另外还有我们在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部分了、啊，最近啊、去年也已经有修订了我们这个指导纲要啊，那今年办理了很多次的这个演习，那有关刚刚讲到的那个指挥系统，那因为比较稍微复杂，所以我在回答上可能稍微迟疑了一下，并不是说我回答不出来。那如果说委员容许我的话，可以在这边再把整个的指挥情况啊，再做一个详细的报告。你讲吧。是，那像我们在碰到一个类似法国恐攻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初期的应变的阶段，会先把收集到了一些情资和国安局所做的初期的研判，我们会召开一个反恐紧急应变小组。那这个反恐应变小组就是由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和相关机关来成立的，啊，那通常都是由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比较主动会先把这些先起应变，我们甚至会先召开先起的会议，啊，然后成立这个应变小组。那到了这个情势，我们研判已经比较跟我们是直接相关的时候，那我们会如果说以法国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会成立。先开始会有一个二级应变中心的成立，是由内政部部长来担任指挥官，那内政部次长担任副指挥官。那到了一级开设的时候，如果说情势啊那个比较到进入一个比较严重的阶段的时候，就会由副院长来担任指挥官，然后副指挥官是由国土安全的政务委员来担任副指挥官，执行官是由内政部的部长。那如果说这个整个情势又升高了，必须要由国家层级来处理的话，那就会成立一个政经指挥中心。那政经指挥中心就由国安会这边来负责召开了。那这边又分成两级，一级的开设的时候，指挥官是总统，副指挥官是副总统。那二级开设的时候，指挥官是副院长，那指挥官是副院长，那副指挥官是内政部部长。那整个大概一个结构是这个样子，那这样我看起来就很清楚了。但是如果以法国在这一次的恐怖攻击，你觉得我们是在哪一个层级，谁负责下令？是，那目前的一个法国的这个情况，因为没有直接在对我们国内有直接的冲击。不是，你假设法国的情况在台湾发生嘛，在台湾发生的话，这应该会到政经指挥中心这个层级了，就是、哪一个？国安会这边的层级。国安会的层级，那就是国安局要负责了。国安会要来指挥了。对对，国就是国安的层级吗？对，对，国安层级，因为它的层面先很大。就像这次法国恐攻的话，以法国来讲，他们已经都是要求说是一个紧急状态了。看在法国处理事情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所谓的反恐是一塌糊涂，没有系统。后来是由国安局来指挥，国防部来配合。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成立的很多很多的特勤，很多很多的这个组织啊，到最后几乎都瘫痪，只有一个人，到最后是国安的层级。比如说以法国那种状况哦，因为它是小区域的。特定人士一个单位的，你说现在这个就是国安局的层面来讲，那么这个事态就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安全，那就很严重了，是，对不对？是。但是呢，如果以这样来讲的话，那么我想哦，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让
第一个时间，没有让你时间在开会协调什么那个，没有时间了。第一个时间马上就要决定谁是指挥官，谁应该是谁判断谁应该负责，而不是你在开会研讨哪有时间，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我看到一个很特殊的，在球场内，人脸是很安定的，没有这个混乱的状况。到后来解除后，依序出去，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8万多人，这个令人动容。所以我觉得在教育上，我们应该要强化，在教育上应该强化，因为现在啊，这个恐怖、哦、主义啊，它并不一定是这些恐怖分子而已，它也可能是孤狼式的啊，这个恐怖主义啊，因为他在外围吸收，你说台湾没有，他在外围吸收，例如政界之类的，像这个社会的不满足哈，或者是相对剥夺感的，或者心理状态不稳定的，或者长期挫折的反社会人格的，这个都有可能被外围吸收啊。啊，但是他依照比例的话，大概也有大概将近5%的人，也可能会造成啊像政界式的那种伤亡惨重的类似的状况，他并不一定是哦，但是到底。我们，你掌握了这些没有？当时政捷，我记得学校就已经掌握了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类似的辅导跟教育，是不是我们有啊？这个掌握到这一些国内的这些人员有没有？有。那有的话，有没有进行啊辅导或者啊这个相对的教育跟心理建设？这部分的话，就是由相关部会在做心理健康。这个应该是连贯的，国安是连贯的，那没有所谓的是其他相关部位，所以我觉得你们要管理的话，应该要统一嘛，应该也要从基本的啊这个追踪跟啊这个要掌控嘛，要如果这些不稳定的人士的话，我想哈、哦，不要认为说这一次在巴黎啦，我想离亚洲很近，那么这些人在。外围的也可能在，那我们进来的到底有多少恐怖分子被我们阻挡以外呢？我们有没有掌握这些情资？这些情资是不是容许由我们那个情资单位来回答？那这部分我先报告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国土安全政策汇报，那通常我们会举办一些业务会议，另外。每年也有一个政策汇报由副院长来主持，那平常的业务会由我们政委来主持。那通常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把所有的惶恐的情势哦做一个研判，然后在会议上做报告，然后要求各部会来做最相应的一些措施。像刚刚委员讲的有关孤狼的这种攻击啊，独狼的这种攻击啊，我们也都有在报告上都有提到这些情势的研判。然后要求各部会做相应的比如说要求一些部会啊，就是对一些可能有的事情，他们必须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措施准备来因应。好吧，我想这个是大家的事啊，国安的事是非常重要的，我也不用再追问了。我想另外还有一件事啊，俄罗斯普丁总统说有大概40个国家在资助啊这个伊斯兰。啊，这个恐怖组织啊，那么，其中呢、啊，啊，这个 S20 国家也有，那台湾有没有？有没有或有人？有没有？你有没有这个情资？抱歉，我刚刚没有听清楚，您可以再。就是说，俄罗斯普丁啊，说大概40个国家在资助这些恐怖分子的、啊。包括 GS20 的这个国家的人员都有了，是。那台湾有没有，或者个人有没有？台湾是没有。那个人的话就，这可能要再看有有。你确定台湾没有个人用任何形式来资助 IS 吗？个人部分我就不清楚。个人部分，个人，我跟你讲哈，我们资助恐怖分子啊，到现在国家没有立罪。当时啊，911恐怖分子的时候，我们有谈过一次，但是。你们好像针对这一方面也没有提出任何啊的这个法案或者啊可以入罪的地方，所以没有罪，你们也就没有追踪，也就没有办。其实，如果他减少了一些资助，他恐怕要啊这个起大作用的机会就不高。但是如果有人资助他金钱的话，他成案的机会就比较高，你不觉得吗？是的，
尤其联合国在这部分都有特别的一些决议啊，就是要求对资助这个恐怖主义团体、啊。我的意思是，台湾资助恐怖分子没有入罪，对不对？我们没有法律可以管洗钱法，这部分就是有，那也有可能成为洗钱的管道啊，对，对不对？那这个法令上只有洗钱防治法可以管啊，但是资助 IS 没有啊，有法可以管吗？所以你们也就不了了之，也就不管了。我觉得在九一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起啊，但是到现在一直连进度都没有。九一过了，什么的烟消云散，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想在这一部分呢、啊，我们是不是你应该研拟一个啊，这一个资助啊，像恐怖组织的部分呢、啊，应该也定一个法令哦，来做规范国人，好不好？要不然公司啦、个人啦、你无从管起嘛。只能从洗钱防治法嘛，那分散的话更不容易追查，所以这一方面我想请你加强，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你。好，谢谢蔡委员。好，那么请黄伟哲委员。谢谢主席，各位同仁，我们是不是先请这个外交部令狐次长？国土办黄副主任，外交部次长，国安局王副局长，王副局长，好，还有国防部，唐助理次长，四位主持。先请次长哈。委员好，请问您现在台湾跟菲律宾签的渔业协定，好，什么时候签？今天签，还是近期签？我们跟这个就是所谓台菲渔业执法合作协定，这个已经讨论很长的一段时间。嗯，那么这个我们也在各方面都有共识，而且事实上也有相当具体的进展。但我们大概跟菲律宾双边的默契，我们会在一个适当的时间点呢，会来发布，那么向大家报告。基本上这个渔业协定就是说还没，就是已经谈的差不多了，一个适当的时间点来共同发布，然后签署，是可以这么说。然后如果是这样，将来是不是等于直白的说，我国人就是我们的我国渔民，如果到这个相关的海域作业，就可以免除掉受到一些不当的滋扰，或甚至于逮捕，甚至于这个渔获都损失掉，甚至被罚款的这个情形？是我们现在这个台菲正在进这个双边的这个渔业执法合作协定里面，最大的三项共识的精神，就是第一个就是不得使用武力，避免使用这个不正当的这个武力跟暴力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要这个有一个紧急通报机制，就是在假如认定是违法的情况之下，那么要通报对方的相关单位，那么有一小时之前通报，那么这样让我们的这个渔船可以有一个这个时间呢，可以这个离开啊，那么就是说可能就不会接受到就先预告预告，那么你不走再逮捕。对，那么第三个就是说也很重要，就是说如果确实是违法而且也被逮捕，那么在必须要这个迅速的释放，就跟那个违规拖掉先广播，车主赶快移车。对，他迅速释放，就是说如果在相关的罚金付出之后，最晚要在三天之内就必须要释放。如果真的有违规又不走，是被拖回去了。是，这是三大三大。缴了钱，缴了罚单之后，是三天后是可以走人。好。基本上的精神我们了解了，好，谢谢次长。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国安局王副局长。喂，好。副局长，可以请问您哈，这个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大选要到了，是，候选人为安。上个礼拜五，国安局才做了这个关于大选成军典礼，这个成军典礼哈，副指挥官也一起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来，副主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因为新的形势是因为这个在巴黎发生这个恐攻的情形，
那如果我们的大选，其实一般来讲，候选人的维安都是大家很重视的，他的安全都很重视的哈。正副总统候选人，现在目前为止看到了，说至少这样已经浮出台面三组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对于因为因应法国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可不可能？哦，谁都说不准，可不可能，或是需不需要？对于候选人维安，因为这样子而在升级，或不管是人力，或是携带的装备，或是这个维安的这个跟群众的这个整个的扩散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范围，都会有所调整。来，您回答或者副主委官回答都可以。我想先跟委员报告，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状况，我们实际上都有做一个演练，不是因为恐攻我们就要加强升级，是所有的状况我们都考虑在这里面的。那么在上礼拜五，所以你说原来的配置、原来的应对已经包含，就万一发生这样的，当然我们还要再想到说有一些意外要突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加强的一个配属。我想这一部分我们都考量在这里面。是，来，副主任补充。副执行长，副执行长补充，补充。当我们说的安全维护作为都依照情资，如果情资有提升，或者是国际目前现况对于恐攻攻击这一部分，我们会协调各编组机关来共同加强相关安全维护措施。是的，报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是说，因为上个星期五发生那个突发的状况，然后法国这个总统他都改变他的行程啊，甚至当初当发生的当下，他也是在那个在观赏这个比赛啊，那如果是这样的，我的意思说，连法国都可能发生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从上周五到现在，整个这今天礼拜四了哈，将近一个礼拜了，整个国际情势是有所转变的。好，那这个 IS 好，这个他们又说可能把这个纽约或者是美国哈，或是哪里都列作下一波。其实他们讲，他有事也在跟世界上这某种程度的这个放话或呛声。那但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在两个月不到，我们国家就有一个重大的一个选举在那边，所以难道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们没有一个预作的因应，还是觉得说现在的这个状况应该够了？针对大选期间，我们不仅对总统、副总统及各候选人组，我们加强措施啊，就可以从计划作为这部分开始着手。那重点也会放置在现地的场地增减这个部分，来对可疑的爆炸物，尤其可疑无人物的这个部分处理啊，我们都会加强。那这一次成军典礼的时候，我们就有我们的侦爆犬啊的展示。那这一次我们在去年就是开始啊，在加强我们侦爆能力啊，除了装备之外，我们在利用侦爆犬这一部分呢，我们也请关务署来协助我们。特勤中心来训练相关侦爆犬，那国内相关的宝山及新北市都有相关侦爆犬的设置，所以这一部分都可以加强在现地场地增减时候侦爆能力的加强。报告完毕。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王副局长，好，目前为止刚刚您说了，好，就是说有刚有我们的委员关心到了，事实上是有没有台湾人或者是这个类似的，我们不管是国人或者在台湾境内的外国人，可不可能好，透过，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伊斯兰国好像是这在网络上做了很漂亮的一些影片啊，说什么理想可以加入。我们第一个，他的网站在台湾看不看得到？我想这个如果说我们了解到这个网站在的话，我们都会透过我们情报的作为里面去掌握。那么有没有可能封锁？我的意思说，这个国人如果要去参加，他不是说他搭飞机搭飞机，或是有人想想搭飞机搭到叙利亚，就走过边境，说啊，我报名我要参加。很多是透过网络上去报名，然后怎样去联系，然后他联系他，然后这直接过去。世界各国针对这个情形都已经有些作为了，那我们呢？跟委员报告，我们实际上现在都在密切的掌握之中。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到很具体的个案。就那个是各国的情资交换，对不对？有一个些情资交换。但我的意思说，有没有会，如果说台湾有一个人比较大愣愣的，就直接说
在网上可以点选，可以点选吗？还是会被 block 住？我想这部分我们有我们的作为在。如果说委员要了解的话，我们再跟委员报告。你就直接说嘛，说在台湾是不可能上他们网站，那就好了嘛。是，还是可以。我想基本上我们都会有作为在，都会有作为在。是这个作为是方便他们上，还是不方便他们上？我们的国人去任意到触犯到我们国家的法律。啊，如果说有人大啦啦的就翻墙去上人家的网站，这样违不违法？我们会请他特别来关切一些事情，会请他关切一下。是，怎么关切？好，因为并没有实际的一些具体行动在，对吧？但是你要想定啊。对，我们都有各项的想定在。好，那接下来请国防部。谢谢委员。哎，祝次委员好。我想说，今天有人认为说您的代表性，但是我还是先请问你，是我们现在国军的防火力哈，现在有三支还是四支？三支。有没有经过缩编？包围目前我们有三支部队，那这些部队目前都按照我们既定的计划在部署和配置。请问祝次，之前有没有经过缩编？陆军的部分有没有经过缩编？这个有没有经过缩编的部分，我要再了解，因为整个缩编是国军它长期一直下来，我们从当初40万的部队，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部队，所以缩编是整个国军一个整体的态势，也是世界的。你如果金石案、金翠案或者相关的这个部分哈，你裁掉就有一些可能重复的或者怎样，但是你反恐武力是或者这些精锐部队是你的最重要的部队，你却居然先裁，你用这种齐头式平等的裁，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报告委员，我想这些部队我们都是依据我们国军整体的任务来考量，我们整个缩编我们并从来没有因为缩编而造成我们国防部队或者是整个国防武力的下降。是还没看到了，因为你一些一般的战斗，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哈，我们当然要尊重委员会的时间了，但是我们希望说在这个部分你们不要轻忽，该整个部队在整个国军的军力整个人数在做一些检讨的时候，你这个肥肉不裁，你先裁到精肉，肥肉不裁，你裁到瘦肉，最重要的这个反恐武力，这个你居然先裁掉，我觉得这部分我们要追究。如果说你们是不当的把一些这个最重要的这些精锐的部队裁掉，然后保留这个其实不要说保留一般，我觉得其实这部分真的是国军的金石案、金翠案或相关类似，接下来如果还有一些更动的话，这个部分要检讨了。谢谢。是的，谢谢委员。啊，谢谢黄委员。请李唐浩委员。主席，政府的官员，大家早安，可不可以先请移民署好不好？副署长，请移民署。副署长早哈，我想首先请问一下哈，在这些从外国，自从这个反恐事、这个恐怖事件、攻击事件以后啊。外国人到台湾来啊，有没有做过特别的一些安全的一些防范工作？好，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我们移民署来讲的话呢，是针对防范涉恐对象以及非法的这个移民啊，以及包括维安的这些分子来讲的话呢，出入国境的这一部分来讲，在我们整个的反恐任务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我们移民署来讲也做了这个完全的这个准备哈，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啊去处理这样的问题。你有信心是不 是, 是？那有没有去针对这个恐怖事件以后，去对国内的一些相关的人等啊，去进行这种安全上面的一种集合？我举个例子好了，先把危险的因子把它抓出来，在台湾逾期拘留的外国人。特别是来自于比较危险地区的外国人，你们的掌握度如何？目前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的预期停留的部分来讲的话，以那个逃逸的外劳为主。
那么在一般的这个外国人来讲的话呢，预期的停留的目前的人数大概有10000多人。这10000多人里面来讲的话呢，最主要就是我们国家有这个双重国籍的原因，所以说呢，这里面来讲的话，有些人进来的时候是用美国护照进来，但是呢，他用那个外这个用另外的这个护照出去，所以说在电脑里面的记录是这样的数字，但实际上来讲，我们估计来讲的话，并不是有，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数字。你不能这样子做移民工作，这个不是大数据啦，恐怖问题不是大数据啊，对，恐怖问题是很精确的掌握到那个特定的人呐、啊。我想请问一下，我就以法国来为例好了，有多少法国的公民在台湾逾期居留？法国的公民在台湾逾期停留的部分来讲，我现在手边没有这样的资料，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台湾持有这个居留，就是居留证啊，就是有持有居留证的这个有21个国家的这些恐怖的不是恐怖分子，就是说他们在台湾已经取得居留证的这一部分来讲的话，总共目前来讲有843人。我们那个是合格的、合法的，对 对，他是合法的。我今天讲是说他来自于比较恐怖、受到恐怖攻击的地区，但是他又是非法的，就是逾期的，这个要掌握的很好才行啊。非法逾期的部分，法国人来讲的话，目前来讲的话，我现在手边没有这样资料，但是我知道来讲的话，大概目前来讲，大概是在20人左右。20人左右啊，我现在可以请国安局稍微来说明一下，请王副局长。喂，好，王副局长，是现在有一群人。他是来自于恐怖攻击的地区的，或者是相关地区的这些国民，他在台湾有合法居留的，对不对？也有非法居留的。我现在针对就国安当局来看，你在分析他的风险的这个等级上面，什么样的人比较有风险？是在非法居留的人，还是合法居留的？我跟委员报告啊，我想从防范恐怖活动在国内要发生的话，我想很重要一点是加强事先的防范。没错。事先的防范，这里面就必须靠第一个，靠我们的情报的收集。那情报的收集，事实上，因为很多的恐怖攻击活动，因为我们没有本土型的恐怖攻击，大概都是外来的，所以这一部分来讲，必须透过国际合作来获悉到。你是要靠情资了？对，我现在的问题是丢给你的，不是国外的情资。我的意思是说，我要从国际合作的这个情资里面来看一看，说有没有从外面进来的，或者由我们内部所衍生出来的这些情资，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国家的外国人都当成说社恐。我想这一部分来讲，可能也会造成在社会的一个恐慌的一个心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里面，我们必须就靠一个作为，也就是说，包含了移民署也好，警政署也好，我们必须强化我们在各个这重要的一些这个地标物，或者是说重要的一些关键基础设施这一部分，我们要加强的去做掌握，防范说可能发生的一个突发的一个状况。那么同样的，对一些相关的一些人士来讲，我们要开始注意他的一些动向，但是不是把每一个外国人，我同意哪一个国家，我同意，但是你总是有风险的平等嘛，是我们有一些高风险的，譬如说刚刚讲的在来自于高风险地区的，然后又是非法居留的，哎，这个人他本身就已经在法律的遵循上面，他都已经不管你了。那你想想看，他的有没有这种倾向？他的风险度应该会比较高一点。基本上，我们的风险度还是以中东国家这一部分为主，所以我们也请移民署做一个调查跟了解，持有居留证的这些国家的人士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个移民署这边他也把它统计出来。对，那个是我刚刚讲的，那是合法的。不是啊，那很多都是持着合法进来的，否则他怎么会停？我是说他逾期居留的话就非法了。逾期居留那必须要加强的去做清查。对啊，所以我在这边就请你们嘛。但是我请你们要注意一下。是。因为你今天真正发生恐怖行动的，它不是一个大数据的问题，而是在于根据大数据以后去针对性的去找到特定的人他们的安全的顾虑嘛。是。对不对？谢谢。所以我希望这个移民署哈，对于这个现阶段，你就应该要去针对不同的风险等级予以一定强度的去查核。那第一个可能当然就是非法拘留的，
对不对？来自于高风险地区的非法拘留，来自于低风险地区非法拘留，然后来自于和非高风险地区的拘留的合法拘留的，来自于低风险地区合法拘留的，你总是有一个层次，把你的资源去做一个筛检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还是请我们的移民署跟国安局啊，你们应该集合起来去强化这部分，不要让这些你他虽然他只是进来而已，但是有很多的状态你要掌握才行，不是说全面性掌握，而是要有重点性的去掌握，好不好？好，我先请外交部，好不好？谢谢，令这个市长，市长，令狐市长。刘委员好，市长，我们时间有限了，想请问一下，这次法国恐怖事件，我们对于我们的侨民，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安排？而且除了法国以外，我们对于整个欧洲地区有没有做相对应的不同程度的这样子的一个预警或者是一个沟通？是，谢谢。我们在法国地区，我们驻法国代表处啊，就是主动啊，跟这个法国的警方，还有这个法国外交部，还有这个法国的医院，甚至主动去了解。因为等到人家来跟你讲，可能也那个，所以我们是主动去了解有没有我们的这个国人。那么，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有我们的这个当地的国人的这个伤亡的这个情形。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就是也透过各种的这个联系管道，把这个提醒我们在当地的社团，还有留学生侨民，就是说注意自身的安全，那么尽量避免到这个可能危险的地区。那么另外在欧洲当其他各管，我们也都这个第一时间啊通电驻外所有的管处，要这个提高警觉。那么也跟当地的侨民留学生啊，这个请他们也要这个留意自身的安全。我的意思想讲的是说，你有没有去检视你现有的整个联络系统，是有没有需要强化的部分？有没有譬如说以法国地区而言，你跟侨民这些联络，只是还这样说，哎，我在这边联络部上是这样联络，还是说你重新去检视，要把它这个漏洞或者是一些不完整的地方把它补强？因为当然我们平常就有固定的这个联系管道啊，我们也有一个紧急应变机制，里面都有在这个包括就是说怎么样子哪些主要的联系人，然后利用这个网络啊能够联系出去。另外我们领务局也有一个叫做平安留言板。那么假如说有的时候没办法直接电话联络，但是他可以上网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上面向他的家人或亲属来报平安。我希望建议你们是要强化你们，要去重新检视你们在整个欧洲地区的所有跟侨民、学生、所有相关人等的一个联系的这个机制，去重新看看有没有可以补强的地方。当有任何资讯的时候，你能够迅速告诉这些人，是的，而不是说我现在有了就算了。你应该在没有发生事情之前，应该要去强化它。是的，是的。OK， 好，谢谢，这才是重点，好不好？谢谢委员。好，那第二个就是在世大运要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其他所有的国家去进行协调，对于安全的事情进行沟通？我想我们这个若外交部主要责任是对外联系。那么如果这个有需要的话，一定会跟其他的国家做情资的交换。一定会就表示你还没有嘛，对不对？因为世大运这个是谁负责来主导？因为世大运这个问题发生，可能会发生安全性的，这个是个重大的这个国际事件啊，会发生安全性的疑虑。那这个东西到底我们政府单位现在的这些我们的这些安全单位到底谁在负责这件事情？是谁？我需要回答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马上就发生问题了。是啊，请容许我是国土安全办公室副主任。这支部分我们警政署、移民署都有在组织方面的联系和加强。那另外由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我们在全年开始就已经都对这部分开始在注意，而且在借着金华演习，借着我们国办理的国际研讨会。对这部分的都是我希望跟政府的部门所有相关参与的活动单位，这个安全的问题一定要建立出一次完整的沟通机制，对，好不好？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注意到，从这次经验中学习的，好不好？好，以上。好，谢谢李委员，谢谢各位。接下来请杨应雄委员，杨应雄委员不在，请林玉芳委员。我先请一下我们外交部，我们次长，好不好？请林武次长。
啊，次长你好哈。哎，委员好。我先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些渔民都很关心，我们台湾跟我们中华民国跟菲律宾是不是有渔业协定马上要签？是一个渔业执法合作协定。那么这个已经双边谈了许久，那么在这个几个重要的事情上面都取得共识，而且也都有具体进展。但我们双边的这个默契啊，会在一个适当时间，那么应该很快就会跟大家这个公布说明。OK， 所以这个协定是签订的了哈，是有进展，是有具体的进展。嗯哼，但什么时候签还是不知道。我想我们很快就会跟委员报告。OK， 那主要内容现在也还不能谈，对不对？主要就是还是三个比较重要，大家所关切的，对我们渔民也比较有保障的，就是第一个共识就是不使用这个武力或暴力啊。第二个就是这个一个紧急通报机制，就是在认定违法双方都认定对方的船只违法的情况之下，一个小时的通报时间，那么我们可以立即的就告知我们的渔船要这个停止这个作业必须脱离现场，那么就避免被逮捕。那么第三个就是如果确定违法而且也被逮捕的话，那么在这个渔船公司提出这个交了这个罚金保证金之后在三天之内必须释放。 OK， 我觉得这不错了哈，是因为有时候很单纯的渔业的这种纠纷啊，渔船可能不小心进入人家的这个海域啊，是，可是你不能变成恐怖行为啊，是，就开枪把人家打死这样子，这是不好的，是啊，是，那就恭喜了哈，这个恭喜外交部，我想大概也不会有人说你们是黑箱作业。我们现在我知道政府难为啊，任何的跟国外的这个谈判的这个协定，都是在一党都会常常讲说是黑箱作业。那事实上，这种你是已经很勇敢的把这个讲出来了。那事实上，有些国家在正式签字以前的内容都不能对外说的，是，你知道？是的。虽然不说也可能被认为是黑箱作业，但是你说了，对方可能说你根本不尊重我啊，是，就应该耽搁下来了。我想菲律宾应该还不至于了啊。好，那这个主席，我是不是谢谢次长？我现在请我们国安局我们王局长、王副局长，好，请王副。副局长你好啊，我请教一下哈，是。我记得这个去年的十月八号，那个李祥宙前局长在我们委员会说啊，透过这个国际的情报合作管道，累计函送涉嫌国际恐怖活动人士52人，移民署列为禁止这个入国管制对象，就是不让他进入中华民国来，对不对？是。这个数字有没有变化？我想应该是有变化，但是容我在这个地方不便向委员透露到底有多少。是更多还更少呢？我想有增加。有增加哈，我请教一下，我不太了解这些涉嫌国际恐怖活动的这些人有没有被通缉？我想我们的名单大概第一个从联合国那个地方他们会提供一些名单，所以涉恐组织还有涉恐组织的一些名单。第二个就是美国这一部分，他们有一些管制的一些名单。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我想我们都会从这个地方。不是，我想请教，就是说，如果他们有涉嫌国际恐怖活动，然后又有被其他的国家通缉的话，我们可不能说不让他进入我们的国境，不让他们这个顺利的进入我们国家，这可能不能，这是消极吧？不是这么单纯说不让他进入了，因为他已经是被国际上所通缉的，所以我们怎么处理他？我们是国际上的一份子，不是遣返而已吧？那不可能，这个这么单纯。所以我们有时候一定有透过国际合作的这一部分来讲， okay， 看怎么去。所以有些可能就是移交给其他对这些恐怖分子进行通缉的国家，对不对？会交给他们，对不对？否则我们不是重放罪犯吗？这边有媒体，这里不好讲，是吧？去报道是。我该做的事会做了，该做就应该做。只要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都会做，对不对？我们要衡量我们国家的能力，包括会透过国际合作来处理这些事情，对不对？没有紧张，到时候只有点头吧。你点头录影也看得到，你说是就是嘛，哪有那么紧张呢？对不对？这个
我们不希望我们国家变成目标。你担心被恐怖分子列为攻击的对象是吧？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讲错话。打击恐怖主义是全世界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共同遵守的道德，我们会遵最高的道德的资源啊，是不是？所以我是说，如果你明明知道他已经涉嫌国际恐怖活动，你只是把他遣返，这个你就可能是事足以助长国际恐怖主义。哎，就像委员提的，我们该做的一定会做。好了，这个另外一个想请教一下哈，这个也是你那个李前局长在十月八号，去年十月八号在我们委员会讲了。他说，从102年6月到103年10月，一共查获拟入境的涉恐人士8人。啊，那我要请教，从那以后啊，103年10月到现在，还有没有涉嫌恐怖活动被遣返的这些外国人士？我想应该是有了，应该是有。具体的数字我这边没有。也不方便回答。可是那李前局长为什么可以回答的事你不能回答？因为我并不了解具体的数字，所以我没办法去讲说有多少人。你今天来要有所备啊，有所准备啊，对不对？那李前局长做得到，你们应该做得到。他来这里讲的话的内容你们应该都有记录啊，都应该知道啊。不好说是吧？有，但是不方便说。但是我不方便说了。所以应该是下次找局长来他才会说是吧？不一定这么讲。所以就是说你们现在的国安局的做法比李翔做当局长的时候更保守是这样吗？应该比较谨慎吧。你觉得他讲这些数字是不谨慎吗？不是，我的意思说我们现在的考量是因为在这个事件发生了，如果说我们再去火上加油的话，是不是会比较对我们的未来会国家来讲是不是比较不好？我们在常态常成平的时期，或许我再请教一下，你们102年4月22号在你们的专案报告中，在书里面啊，你们报告书上面讲，近年统合指导国安单位调查提列国内具危险顾虑的对象有1000多人，那这个是你们在102年4月你们推估出来的，啊，你们统计出来的，那现在已经是104年年底了，是。这个数字有增加吗？还是减少？有增加，有增加，所以你们都有很严密的在控管吗？这些对象都有在控管吗？会透过相关的国安单位来协助掌握。我说这人数不少，你说再增加那就更多了。那你们你觉得这个其他的这些单位有办法掌控吗？可以，可以掌控。因为有一些是做过这一次之后，他就停在那个地方了。有一些可能就不会再持续性的，所以像这些我们都是必须列为这个驻征的对象。所以这个具安全维安顾虑是指哪一方面？就是有暴力倾向，有暴力倾向，有这个杀人的这个记录，那个是刑事记录，跟这个没有关系。OK， 比如说有这跟政治意识形态有关吗？没有。完全没有，就是纯粹的，就是在社会上、网络上有恐吓元首啊等等的这些、oh, okay. 是我们的对象。好，好，谢谢你。我看这副局长，我看我们到此为止。我看你有点紧张的样子，这要谢谢不好意思。我希望你不要认为说我在对你进行恐怖的这种询问哦。不是，也跟委员报告，因为刚好在当下，所以有一些回答上面，我想，哎呦，国际恐怖主义是每天在干的啦，那没有什么当下不当下啦。对，有些被阻止了，有些还没有发生呢。他们每天都在做的啦。我们这负责国安的这个单位啊，如果你今天代表局里面来，你就要很勇敢的展现那种不怕恐怖行动的这个不怕恐怖主义，绝不低头不妥协的这样一个精神呐，这样才对的，你晓得吗？谢谢委员指示啊。OK， 谢谢，谢谢，谢谢林委。接下来请陈正乡委。陈委员，我会借你一点时间。那个，因为你的临时提案，现在林委员还在场。好，宣读一下临时提案。宣读提案，案有针对近年来严重的恐怖攻击，在世界各地接二连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尤其11月法国巴黎6处发生连环恐袭，
造成132人死亡，349人受伤。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最严重之威胁之一。我国反恐业管单位是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但国土安全办公室唯一任务编组、任务性编组只扮演协调平台角色，并不直接执行情报搜集或反恐任务遂行，亦无情搜处理、分析、研判之功能，仅唯一事务性行政幕僚组织，非专业功能机关构。且我国反恐机制为双轨一体制的设计，以国安机关构负责情报整合及情势研判，另由行政院体系、国土安全办公室协调统筹，负责反恐准备及应变，唯在反恐法规指挥系统体系、情报搜集与防护措施方面，却未完成法制程序及明确律定各相关机关构及单位之职责与任务，造成法令不明、职管不清、任务不分的情形。请国土安全办公室针对反恐法规、统一指挥机制、反恐部队编组运用、情搜整合、反恐任务训练、反恐装备、反恐预算等作为，紧速规划并完成法规制定，并与世界各国建立反恐部合作关系。提案人委员陈振湘、詹凯成、黄伟哲、江启成、蔡景龙、林玉芳联署人委员李同豪宣读完毕。嗯，没错，我们现在国土安全办公室变成国土安全联系办公室，所以说陈委员这个提案蛮有意义的。请问各位委员对于陈委员这个提案有没有意见？反恐，嗯，在第几行？最后一行，建立反恐合作关系。对，的确这样比较不恐怖。好，谢谢。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我们这个提案通过。好，修正后通过。现在请陈振湘委员。主席有请反恐办公室。黄副主任，请黄副主任。国安局副局长，请王副局长。两位好啊。我想我的问题也都涵盖在我的刚才的提案里面了，但是我们要了解今天为什么恐怖活动、恐怖攻击会带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伤害跟恐惧。简单的说，请副主任来。副主任麦克风请打开。简单说，你的认知为什么会感觉这么恐怖？因为恐怖分子他们没有掌握的那个的资源了，有限，他们用有限的资源造成最大的恐怖。好，我就告诉你好了，出其不意嘛，你完全没有想到嘛，对不对？你给这个恐怖分子他的手段，你剖析一下他有些什么东西，你说说看。他有各种方式，最主要就是用造成人员。你简单的分析，简单的分析。我们古时候的荆轲刺秦王，荆轲加上刀，成功了，流传几千年。今天是什么原因呢？人加枪弹，人加炸药，你给他分解一下，就这么简单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你要针对源头来解决问题嘛。人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去管制，怎么样能够有效？枪跟弹如何管制，如何有效？我请问一下，这一次的巴黎恐攻，他的炸药是什么炸药？这不要请那个？没有，你讲，你连这个概念都没有就很危险了。他是一个绑在身体上的。我晓得，那当然晓得，他不是绑在身体上，他绑在车上吗？这就是人肉炸弹嘛。但是你要晓得，这个炸药是可以随时变的。今天它是 TATP， 它里面是什么？所谓的丙酮过氧化氢。低温就可以合成了。那好，这些东西在我们台湾的市场能不能获得？我问你。
你不能讲，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嘛。我请你回去以后，我们在行政院，你这个专案小组要面对这个问题。你用我们公安局，我们讲的是化问题于无形嘛，对不对？是，对不对？是，防患于未然嘛。那怎么样做？你要比犯罪者早一步掌握状况，你给他各种可能的行动都能够破解，他人加不到枪，人加不到炸药，那就没有办法行使所谓的恐怖嘛，你就不恐怖了嘛，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啊？请问这个副局长。我想谢谢委员的提示哈，我想在人这一部分，我想我们的基本原则就是主角于境外，所以我想透过国际合作的一些管道，我们去把它去掌握相关一些涉恐人士，不让他进到国内来，我想这是我们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另外就是要让他们进不来之外，还要藏不住，藏不住也要让他动不了，藏不住就必须靠各国安机关我们加强严密的一些查缉的一作为，动不了就是委员所提示的有一些物品也好，枪也好，容易制造一些爆裂物的，实际上我们也请各国安单位在做清查，一些化工原料的一些这个贩卖的这个公司厂商等等，我们也在做基础的一些调查。那么透过这种方式呢，去了解说购买的人、购买的量，那么当然也请各国安单位在一些网络上来讲，或者是说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讲，了解到到底炸弹是不是那么的容易的制作，或者是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防范的做法。我想委员所提示的，我们会再加强去做。我希望这件事情你们能够建立资料，是变成具体，是怎么样我们抽丝剥茧，各种可能的所谓的炸弹，我们都能够在源头能够防止，以及采购的人员能够追查，同时在防范上面，我想今天的媒体出来了，我们看到法国一只警犬去扑完以后，警犬光荣阵亡，那就表示这个警犬它有受过训练，它对于这个炸药的敏感性有。那我们针对这些动作，我们所看到的应该给我们有所启示啊。是，在我们的防范措施，我们的警犬面对各种不同的炸药，它有没有动作，能不能够做得出来？我想这些问题都应该给它具体化，而不是盲动。人家全世界都在紧张，我们也跟着紧张，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这就担心了。是，我们会按照这个委员的提示，我想我们会建立一套我们作业的一个程序。我刚才讲的枪跟弹，我们多年以来我们都很重视。炸药的问题，这一点我已经提醒你们了。不光是这个炸药，会请各单位，它是在变的嘛。凡是低价的、容易获得的、能够吸行的等等的各种可能的，那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搜索得到，能够在源头上找到到，至少我们已经有了破解的方法了。再到前面就源头，这个源头人，这些为什么这些人会去，都是哪些国家人去了？你知不知道大陆也有一部分人去啊？有。对，那好，大陆去跟我们的关系就很密切了。我们所看到的，我不知道对不对，有300多人啊。那这人多少不晓得，都是什么人？都是回族的吗？还是有非回族的？如果说有非回族的，那对我们的影响就很大了，那这个人的来源就变成多元化了。所以这些问题，那好，我们在尽管的管制上面，我们怎么样去有效？如果这些人进来了，他没有加上枪弹，没有加上炸药，也不足为虑。所以对于我们未来所谓的大选活动，那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防范跟检查，是不是应该多一道手术啊？要不要？
谢谢委员提示哈，我想这一部分来讲，我们实际上在先前的准备工作上面都已把它列为一个重点。嗯，那尤其是在我们特勤中心，所以在这一次有特别有请这个防暴犬，有特别有在从去年就开始做训练，这也是变成说我们的一个重点方向。当然，委员的提示都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会把一些人也好、枪弹也好。这些物品也好，甚至于制造爆裂物的一些方式跟做法，我想我们会请相关的国安单位里面共同来做一个研究。好，国土办公室啊，我先这个禽兽的问题，我暂时先问到，你请回座。谢谢委员。啊，下面我要请教一下你这个指挥机制的问题。我们简单看看指挥机制啊，我们的指挥机制，刚才我不知道，事实上我们老早政府都有颁布了。事实上我们的所谓的反恐行动会议跟这个灾害防救它是同等位阶的，但是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在提案里面要提醒你们注意，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统一指挥，所谓成于一败于二三，你看看你这个反恐行动会议跟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它没有一个指挥关系，也就是说共同上级没有，本席在这边已经提过了，我们一定要成一个共同上级，我们不要部会之间的本位主义，哎呦你为什么要指挥我，你在某一个阶层你应该跨部会的共同能够接受，如果说我们认为法或者是规定的命令不够的我们可以修嘛，但是你不能够让他发现问题了结果不面对，你缺乏共同上级，你什么事情都要总统出面，我想这个是有问题的。是。哎，副主任你来、哦、你说呢。哦，报告委员。哦，委员根据这个资料是大概是比较早以前的反恐行动组织架构及运作机制。嗯。那但是在我们今年已经有新修订的增订的一个就是国土安全那你说应变机制行动纲要。好、那在这个行动纲要里面就有做很细切的各种分组，还有我们也对这个纲要也做了一些演习验证这个。好，我今天不要你答了啊！你们，我今天因为你是副主任，你只是给这些问题带回去参考。我要提醒你的，我们各个部队不同的特性，他们在训练上面，他们在相互的资源上面，怎么样去加一个有效的预定，这个才有意义。我们在成果验收上面，我们在演练方面要。以及跟国外的这些配合方面，我想这整种种都是问题，所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在这里详述了，我们希望你们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绝不是应付委员就结束了。我们这部分也都是非常在兢兢业业的在做很多的应应，那谢谢委员的指导，我们都会带回去。好，谢谢陈委员。现在请詹安凯陈委员。好，谢谢主席。主席，我请一下国土部的那个黄副主任。请国土办公室黄副主任。好，副主任好。那个你们贵单位的全名叫什么？国土安全办公室。哦，因为刚刚那个单子里面只有写国土办公室，我以为是环保署的啊，说国土安全部嘛，这个跟办公室。国土安全部那个美国啊，他在911之后啊。他才成立了一个国土那个安全部啊，那个安全部现在权力很大，现在美国人听到那个就很怕啊 ，CIA、FBI 好像现在是没什么，只要听到国土安全部就很怕，因为在911之后嘛，你看911之后，全世界很少国家像美国一样进入美国脱鞋子还要衣服那个夹克外面的，而且还有皮带啊，很少这样子啊，你到了欧盟也没有。这三个全部要弄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反恐。刚刚这个我们也有这个陈委员提到中国大陆那一边啊，中国大陆他那一边也有，他是利用这个新疆的一些这个维吾尔族人啊，他在海外发给他假护照 ，IS 集团啊，在海外发给他假护照，也许啦哦，马来西亚或其他地方。然后拿那个假护照才进入这个IS 的那个要的那个国家，所以我们对于我们将来的这个护照的这个控制啊也非常重要。
防止那种假的护照。我们台湾现在护照都弄得很好，太抢手了，大家都要哦。我还是有一个问题要请问你啊，一个反恐的一个恐怖组织在台湾有行动之后，我们当然希望都不要。有行动之后，第一线的人去的是谁？是谁？你是说恐怖恐怖组织在台湾制造了一个恐怖活动，事情发生了，当地警察一定先去嘛？哦，哎，对。然后呢？然后你再来呢？再来啊、这个就会有情资的通报。另外就是警政署都会动起来。警政署动起来，那你其他那个我们五个那个反恐组织什么时候出来？哦，就是接到情资通报以后啊，我们大概就会依照那个情势哦由国安局做情势研判之后，我们就会来开始看依照那个情势来做各级的相应的一个对应。比如说你那个指挥中心是谁在负责？哪一个人在负责？哪一个人讲话算数？哪一个人可以调动其他五大反恐组织的单位？是初期的话，当然是由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会来召集一些反恐应变警应变小组。那如果到情势比较升高的时候，通常就会有内政部长以像这种反恐攻击的话，就是由内政部长会来召开二级的应变中心的开设，然后由内政部次长担任副指挥官，然后下设有好几个那个功能组。那这些功能只是由各部会来一起来。你确定恐怖组织之后，你要一级一级等它往上升啊？你现在看华国的这个恐怖攻击啊，你看到华国其他单位人出来吗？只有华国总统一个人出来，他一个人去国会，他一个人发表那个，为什么？是我并不是说我们总统一定要出来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开始知道确定恐怖组织，你就把层级升高，就把办公室全部都弄好了嘛。哦，是当然，如果说我们马上可以判断说这是一个恐怖攻击的话，我们马上一定是进到那个成立应变中心的一个指挥中心的这样开设的一个阶段了。当然不会再有什么情势应紧急应变小组这样的阶段。对啊，因为确定了之后还说这第一级还第二级，马上就出来了。只是说我目前在这个部分，有时候一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说就判断这是一个恐怖攻击。当然，这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对了，但是个案的发生的哦，一些意外事件还是恐怖攻击活动。对，那我刚刚看你的那个机密报告，那个事实上也不算机密了。哪一个组织有几个人，这个事实上也不是机密了。我要知道那一些人的他的人员够吗？他的装备一样的吗？装备是一样的吗？因为这比较涉及专业和那个是不是就容许？好。另外啊，那一些人每一个人。装备如果不一样，他们所受的反恐训练是一样的吗？我们行政也有办理一个叫联安专案哦。那通常就会请这些，就是100多个人每就是那些人了哦。对对，会一起来固定要去受这个反恐训练吗？对，然后互相观摩，然后也培养那个合作的默契然后呢，在彼此的一些技巧的一些交换我们恐怖活动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人多。最主要一个原则了，并不是说一定要人多才可以了，但是他通常都找人多的地方，所以这个机场啊，这个很多剧院啊，很多，所以这次巴黎才会在那个地方发生嘛。那如果发生这些的话，我看你这个恐，你刚刚那个组织里面嘛，并没有空中支援了，没有空中的。有啊，我们有空中的吗？我刚刚看那个资料里面没有空中，只写一个高空，高空不是空中哦。没有没有，另外还有一个空警总队，他们空警总队是 是，但是好像没有报告里面也有列在里面的。哎，有报告在里，有在里面是吧？对对。好，我希望你们人手是够，平常也要受这个训练，横的联系也要做，不要说国安局做国安局的，这个警政署做警政署的，应该有一个平常有一个横的联系的哦。我请一下这国安局好不好？那个主席。请王副局长。那副局长您先不要下去哦，因为也许有什么事情要再问一下。委员好。副局长，是我们国家离那些美国啊、欧洲啊地方比较远，所以我们国人啊习惯于安定，很习惯于安定。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家有没有可能中华民国台湾遭受恐怖主义的攻击？有没有这可能？可能当然是有了。我讲了说，会不会超过50%？那这个很难分析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来讲，我们没有这么那个尖锐的一个宗教性的一个对立的状况，也没有像那种
仇恨性的报复心理的人在这边，也没有说我们有一些让这些恐怖组织把我们列为主要目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好，你谈到这边，我稍微打岔一下，没有列入，但是你记不记得一零一？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啊。有没有一个一零一大楼被列为这个？但是这个来讲是在网络上一些传的这些，后来经过清查，并不是真正的要做恐怖攻击。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高警觉的，就是说，在任何状况发生了之后，我们除了情资之外，我们也跟相关的国安单位保持密切的联系，大家要加强去做一个安全维护的一个工作。不能说掉以轻心，对对对 对，放松我们的心。那我们以101做，因为以前网络上一直有这个，大家也很恐惧嘛。是101大楼现在是谁在负责安全工作？他们自己本身吗？他们内部当然他是一个民间组织啦，他们内部有，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政府有没有在辅助还是协助他？他们内部有一个安全，内部跟警政单位也好，跟相关单位也好，他们都有做密切横向的联系。对了，我们要进去，他50-60楼，他另外有一个电梯啊，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安全措施。除了他自己内部之外，他平常都有。但是我们政府有没有？你知不知道我们政府有没有在那边特别稍微就是说有协助一下他的？我不晓得我们的所谓的这些算不算政府机关？我想都应该算了。你说一说，比如说当地的警政署，他的保全不算了，保全不算了。不是，他保全归保全嘛，对啊，他内部嘛。但是他有一些外部的，或者是说需要协助的，那这时候就警政署都会有一些联系。好，我们台湾呢，有没有那些恐怖分子的资料？如果他进来的话，我们在这个是移民署的问题，没关系，我请教您一下，我们知不知道这些恐怖分子的资料？大部分我们有名单。以前一个恐怖分子进来台湾，又出去了，很早以前有这个资料吧？但这个资料来讲，并不是说非常的完整，说你就是或他就是。对了对了，当然，但是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拒绝他入境的资料有吧？就是说，确定这个人。秘书来回答。算了，没关系，反正我是认为我们应该需要了哦。你看一下这个啊，法国的军队啊，在招募一些这个是很早以前的资讯啊。他法国军队招募一些组织啊，要来去，也许是要做什么这个反恐行动啊？我们有没有这个情资？他这个，我不晓得，他这个里面还有这个台北联络中心、高雄联络中心，我认为警政署还是谁去这个中心查一下就好了嘛。他招募这个军队之后，一个人还要缴7万块台币。委员是招募到恐怖组织里面去吗？我这个不一定啦，这个不一定啦。但是他也许要招募一个兵团呢，去对付恐怖组织，我不晓得啦。我们协调，马上去做了解。你去了解一下，他上面有地址、电话，什么都有啊。因为有很多都属于这个。那如果是骗的话，你就让人家知道啊。是我们了解，我没有说这个是招募恐怖组织哦，我不是这个意思哦。也许他要招募他的军队去对付，好像那个外籍兵团一样嘛。所以有这个情资的话，去查嘛，所有资料都要去查，谢谢好不好？委员，谢谢。所以那个目前我们是做的还不错了，国安局啦，这个移民署啊，很多单位啊，但是我们继续好不好？让台湾完全远离恐怖的这个主义的威胁哦。好，谢谢，谢谢张委员。接下来请陈明文委员。好，主席，我们请行政国土办公室的副主任，请国土办黄副主任。国安局的委员好，黄副局长。国安局王副局长，委员好。好，两位应该都是负责我们国内反恐啊事宜的最高指挥官嘛，没有错吧？是不是这样？包括我不是指挥官，我们都是一个统合的一个单位。好，就是说你也是一个负责单位嘛，没有错吧？有没有问错人、啊？业务是我负责啊，业务是我负责，没有问题。业务是你们负责吗？没有问题。啊，报告委员啊，国土安全办公室是一个幕僚单位，那我们也不是指挥官。所以早上到现在为止，很多委员一直在问哈、未来我们的台湾境内如果发生恐怖攻击事件以后，谁负责啊指挥哈、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是没有办法厘清出来哈。这部分已经有厘清出来了，依据我们这个
国土安全应变机制行动纲要这里面呢，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是由内政部长来担任指挥官。哦，内政部长担任指挥官。对，然后那国土办公室负责什么？协调。我们在这里面是支一个幕僚支援的单位。幕僚支援单位。对，提供一些咨询，他们有什么咨询或者要协调，我们也会协助。像法国这个巴黎所发生的这种恐怖事件，如果发生在台湾境内，是谁负责要指挥的？第一时间，内政部长。对，第一时间会由内政部长。哦，就由内政部长负责来指挥，指挥哪一个部队到第一现场？第一时间。第一时间就会有各部。例如像法国、巴黎这个国际间发生事情，第一时间出来，它同时是六个地点嘛，哈。那第一个时间、第一个地点发生恐怖这个攻击事件，那如果是在台湾境内，那谁要第一时间出来指挥哪一个部队到现场啊？以巴黎这个案件来话，它非常的清楚，是一个不同的地点，而且没有错，造成很大的伤亡，所以这个情况呢，很可能就是马上会直接跳入二级应变中心。那个这时候会由副院长来担任指挥官，那国土安全的政策委员，政务委员会来担任副指挥。像类似像巴黎发生是属于一级的，那一级的就是由行政院主导了，就开始指挥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第一个时间，例如第一个时间会指挥哪一种部队到现场？维安部队。对，维安部队，还有包括我们警政署的一些警力。啊，警政署的一些警力，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些秘密的书面报告里面，我们总共我们的特勤部队有警政的维安部队，还有海勤的特勤部队，还有我们宪兵的这个特勤部队，还有我们陆军的高空特勤部队，还有我们这个海军的特勤部队，没有错吧？是，没有错吧？哈，是。那这个部分现在是谁负责统筹在编制，还是各自为政？平常是我们这位分成平时和战时啊，那平时都是有各自在负责能量的一些建立。我知道了。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说，我们都很清楚，警政署有警政署的维安部队嘛，哈啊。陆军有陆军的嘛，特种部队嘛，海军有海军的嘛，哈。我们很清楚，我是说，万一发生一级的啊这种恐怖攻击事件以后，都必须要海陆空联合作战的话，那谁要负责来指挥啦？就由指挥官刚刚讲的，一级开设、二级开设也好的指挥官来担任指挥。那你们现在我们这些精英部队，一般社会舆论都认为都是各自为政。那我不知道有没有所谓的联合演练啊，有没有？有的。平常有没有？有。有吗？有。有吗？有。什么时候？比如说我们那个专案，我们连安专案啊，已经连续三年都有办理。啊。连安专案就是我们把这几个特勤队集合起来一起作为联合演训，然后呢培养他们平常的一些合作的默契。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维安部队跟我们的海勤特勤部队啊，跟我们的这个陆军高空部队，我们的宪兵部队，大概都有在联合演练。是的，啊，是的。好，那我要请问一下哈，这个恐怖攻击的哈，那恐怖攻击事件在我们台湾有没有定义？有的。什么情况才是恐怖攻？这个公布恐惧事件有没有？您说一下。在我们的应变机制行动纲要里面有提到了，就是恐怖攻击它有它的一些意识形态，然后它有攻击，包含了攻击说法，我们有做了一些定义。就是恐怖分子是有定义的，对，所恐怖分子所发动的攻击事件。才叫做恐怖攻击事件，像政捷就不像是恐怖事件了，恐怖哈，没有错吧？哈，好，那也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像宗教团体狂恶分子所发生的这种具有这个爆裂物的这种
种强制的这种会影响 人民的这个 身体 这个安危的这些武器，这才是恐怖事件，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没有错吧？哈，好，那我要请问一下哈，那现在哈，现在这个巴黎这个发生这个恐怖事件以后，那现在好像这些恐怖攻击事件已经弥漫了全球了哈，各地。那尤其像我们台湾哈，事实上我们比较感受比较深的就是，我们开始现在明下个礼拜就要总统立委的一个这个登记了嘛哈，那登记了以后势必哦未来的选举造势总统哦候选人的这个生命安全会变成是一个社会所关心的一个焦点。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情资能够了解一下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台湾今年的这个选举的一些维安问题，有没有做一些情资？哦，由于我们办公室是幕僚单位啊，在前置部分啊可能就要麻烦。好，国安局呢能不能说明一下目前我们针对这一次大选的一个维安情资，我们有没有经过过滤研判，那有大概有多少件好会影响我们年底的一个选举的情况，有没有？是不是说明一下？如果从恐攻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发现很直接的那种维安的那种迹象在这个地方。恐攻是没有。对，是好，没有说恐攻要针对特定的候选人或特定的安危对象。那对于境内和境外的一些帮派分子的活动，以及还有针对我们一些枪械，好，这些危险的一个管制品，是不是我们开始有在列入监控，还有重要的一个查缉的？现在我们国安局有没有在做这些？其实我们早就在协调各相关的主管机关，都已经在做这种的专案的查缉工作。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目前应该是有了，但是我这边没有具体的数字，因为有关枪械的、弹药的等等，这边可能都是我们相关的国安单位，包含警政署、海巡署等等，这些都在列为重点的工作。我想从这一个巴黎恐怖攻击事件哈，让我们这个想到我们年底整年的这个选举哈，甚至于未来还有我们的所谓台北市的四大运，有很多的一个重要的一些活动哈都会发生哈。那我们当然，我们现在事实上，台湾人民也不是说没惊了哈，我们看到这个电视的一个转播哈，我们真的开始哈，拢也烦恼说，万一哦这些哦重要的一些啊这个地点哈，如果发生哈一些这个恐怖事件的话哈，那会不会哈影响整个台湾的一个社会治安哈？我想这一点是大家比较担忧的了哈。还有一点哈，我想要在这里也特别这个请国安局这边注意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意大利廉政部长曾经在16号在国会特别演说，说 ISIS 多数在社交网站上有特别点到所谓的罗马，还有这个教廷哈的这个这些重要点哈，他们要发动所谓攻击哦，甚至于他自己暴露说会用无人机哦，所以他们开始做监管。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些重要的这些旅游点，或许可能是我们国人会去旅游的一些地点，我们要不要发布什么这个红色的这个警线，让他们能够去注意，还是最近禁止他们啊去到这些相关的地点旅游，要不要？你认为呢？我想这个是应该外交部做综合的考量吧。啊，不在安全上，你们认为呢？要不要？只要不要针对我们国家有直接的危害，我想我们都会注意，但是不会把它列为。外交部有没有人来？来，请说明一下吧。外交部有没有掌握到这些相关的信息？谢谢委员。那个，我们对这个外管的这个情报或者资讯的收集啊，也是在密切注意。那么，当然，目前这个伊斯兰国他们是扬言，就是可能罗马啊。伦敦还有华府可能是他们的下一波的攻击对象，但是这个主要城市都大的城市人多的地方当然都是比较可能是目标，
但是也可能声东击西，所以我们所有的外管都会特别注意这个提高警觉。不，你现在我们这些有没有国内的话，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资讯啊，我们在外交部那个领事事务局我们的那个资讯里面，我们会做注记。我们现在这些威胁的等级的评估，到底我们现在外交部是目前还没有发生的情况的话，应该就还是在维持原来的。那么巴黎我们是提升到黄色。哦，是。所以到现在为止，意大利的这些像圣彼得这个广场这些，我们都还没有列入这个黄色的这个旅游警示，应该是还没有，还没有嘛哈，都还没有哈。但事实上，今天我相信这个媒体都已经爆出来了。我们是希望外交部能够做最后面一个评估哈，能够注记，能够提醒大家注意，能够特别去哈这个注意到我们国人哈。出外旅游的一个安全性，好不好？是，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陈委员。接下来请徐天才委员。啊，谢谢主席哈。我们请政次，请宁武政次。委员好。好，我们国内的这个反恐的部队人数哈，在军方的部分以及警政署、海巡署的部分，一共加起来大概六百位的人力吧。哦，报告委员，对不起，我是外交部。哦，你是外交部。是，哎，那谁来？那个国防部是吧？好，谢谢。国防部助理次长。哎，国防部好了。好。所以谁在整合这一个反恐？那请国土安全办公室对对，那请黄副主任。黄副主任在整合吗？你们单位在整合吗？这是跨部会的联系。哦，就联系在跨部会联系，我们有在做啊，军方的一起来。军方一起来，两位一起来。那请问哪一位先答？好的，那个我们办公国土安全办公室安全的黄副主任。黄副主任好。大概六百位哈，多一点嘛。这个是有没有包括行政人员呢？还是没有，就全部就是六百一十位。610人，哎，610人嘛。这个数字啊，这个数字是最新的还是几年前就有的？不，最新的。最新的。是。那经验呢？这些受他们的经验大概都几年了？不一定。不一定。哎，对。从多久到多久？这个比较涉及专业，是不是容许我这边没有？那国防部这边以后补充。国防部这边呢，以国防部所辖的这些这个反恐的部队，好，他们平均的这个经验大概几年呢？加入反恐部队几年？报告委员，他们都是专业部队。专业队是的，大概几年呢？我想他们在进入之前都要经过长期密集的训练才可以进入这个部队。这些人都从国军部队里面精英里面挑选出来的。然后我这个本席能不能请教一下，他们有没有参与国际反恐实际作业的经验，或是参观或是参与？包括我们这些交流我们都有在做。有在做。有没有实际上去执行任务过？我想实际执行任务的这种经验，我们大概因为受限于我们自己目前的这些环境，所以没有。我们都有参与相关的经历，交流。交流了哈，是没有实际去参与这个反恐的任务，没有吧？目前我们应该没有做过这样的任务，没有这样的一个任务。现在因为。因为国际的这个交流，台湾也不是门户闭锁，也是相当的一个开放嘛。我们也在举办国际大型的运动赛会啊、展览啊、演唱会啊、各方面。然后每一天进入经过我们台湾，然后这个转其他地方的班机也非常多吧。但是我们没有加入联合国，所以我们有没有被这个国际的这些反恐合作的一个这个产生的一个边缘化问题？报告员，这个已经超越国防部能够回答的层次。那外交部来好了，请宁武次长。
你们三位都留着好了哈，不是华站啊，是因为我随时问一些问题，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好，这些特勤有没有参与国际的这些？鲍委员，那个我想这个国际合作哈，国际合作平常的交流联系应该都是有在进行。对，但是到达一个什么层次啊？因为这个外交部的这个任务是协助啊，这个双边国际的相关的这个啊反恐活动的相关的组织哈、啊，他们拥有的数据，我们能够直接拿到吗？还是要经过什么手续，必要的才能够拿到？通常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平常就有合作交流的这个国家或者政府啊，他有时候会在适当的时候，有时候会提供一些资讯啊，大家会互相的这个分享。但是那个，但是实际的这个进行的这个方式啊，跟这个我们担心哈、啊，我们担心台湾被直接攻击的可能性不是那么高，相对不是那么高，但是。透过台湾这个国际，哦，国际的这个漏洞，在我们这边产生一个漏洞，因为我们信息资料平常该拥有的这些资料库，我们没办法跟人家一样同步，哦，同等级拥有，所以我们没办法做自主性的、常态的，哦，这些必要的这些资料库的应用，包括可疑，哦，这个嫌疑人员。国际人士的这些掌控，所以他在这边我们可能会变成一个漏洞。又说他要攻击中国，那些两岸交流这么密切，哦，然后两岸又在这个两岸关系法里面又视为准国内，哦，所以在防范上就比较松懈，等等等等。那会不会造成一个漏洞啊？有这个问题没有？我们这个直接跟像主要国家美国、欧盟，我们都有直接的这个合作交流。那么有一些资讯也是有交换。那么另外合作演练、够不够对话都。所以美国的智库这个 CSIS 啊、哦，建议啊、哦、底下哈、哦，好、哦、这些国际的这个机关组织哈、哦，这个应该让台湾。同样的拥有其他会员相等同的这些资格来取得必要的数据跟信息，包括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 I-24-7 罪犯的名单，我们有没有罪犯的名单？我想这样说，有没有 有些国家应该是有在交换情，我们有没有这个说没有不可耻啊，说有那你就要负责啊，因为实际的执行可能这不在外交部，那就在哪里？行政署，行政署有在这边吗？有没有？一句话有没有？站起来有没有？最好有，好 ，OK。那国际民航组织的安全数据库，我们能够直接连线吗？还是要申请？目前是我们在努力当中，好，在努力当中，好，这个努力当中。那台湾加入台湾加入这个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目前进度怎么样？还是？连申请都没有，还是这个努力中。这个是主管机关，可能是金管会，他们这边没有吗？金管会这边没有吗？今天是哦，他搞不好他人是从那边从其他地方进去，但平常他的资金来往是透过我们这边的漏洞。这个洗钱的这种合作啊，也不见得洗钱啊，也不见得洗钱啊。他正式的生意啊，像这个ISIS， 他有一部分是正式生意在做啊，他也是正常一般不可疑的。学生身份、难民身份，对不对？商人身份、宗教人士身份，好、哦，国际的什么慈善人士身份，他无所，好、哦，无所不在啊，渗透比我们以前这个所谓匪谍在你身边还严密啊！为他的高科技，他连无人飞机都有，搞不好万一他有核弹的话，就更可怕了。我不晓得有没有，好、哦，无人飞机他已经有了，他确定有啊，好、哦。他很厉害，他不是，他这个是人类哈21世纪最大的安全挑战。怎么忽然间跑出这个，哦，这个 ISIS 呢？好，再来，连最基本的我们亚洲的减灾中心，好、哦，涉及到人际主义救援跟赈灾组织的，我们现在是会员吗？还是怎么样？亚洲这一部分，中国在主导我们吗？他还说中国有任何灾难的时候，也接受我们的赈灾啊，啊、哦。
所以这个是内政部吗？那国美国的智库都点名这些单位，我们自己要向国会说明啊，不要让委员在这边提出来问啊。好，我们在进行国际交流啊，啊，万一有国际有人来谈来访问，那我们聊天的时候或国会访问聊天的时候谈到这一方面，我们哎都沉默，都没有字句，都没有关心，他们认为说啊，你们已经离世界而所居啊，你们自我孤立。有没有？有没有？我想在国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说灾难就是 HADR 人道援助跟这个灾难这个防治合作哈、啊，这个救助方面也都有国际上的这个交流。好，回到那个国土安全上，好，你做整合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的反恐立法有没有完备吗？目前有相关的一些条文都有分散在各种。对啊，不行，要整合、啊。没有集中，没有集中啊，所以各自为政啊，多头马车啊。好、哦，第一个战略的这个统合，第二个战术随时灵活的调度，好、哦，这很重要。是，这很重要，所以这要加强啊。对啊。好、哦，第一个要加强的。对。好、哦，我这边我要离开国会了。哦，我最担心的，万一发生的话，整个台湾政治瘫痪，立法院的安全。太松懈了、哦、没有完整的院区、哦、门户洞开处处漏洞，那太阳花运动连那个学生几个随便就可以跳进来，这哪里是国会、哦、连国、欸、民主国家国会如果被攻占被破坏，你说还能动什么、哦、帮你变成专制国家独裁国家、哦、毁掉你的民主、啊、这一点、哦、你就要辅导、哦立法院，不要对付立法院。嘿，有些立委说要什么让这个国会议长有这个动用警察权，对付自己的立委莫名其妙，集体共同的不分党派的这个安全，涉及到国家重大的这个安全的关键所在。嘿，看弄成这样，好、哦，无障碍设施到处也不足，也不及格等等。好，时间关系，知道就好。好，赶快努力，谢谢。好，谢谢许天才委员。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请赖正昌委员不在，请邱文燕委员不在，请严宽恒委员不在，请周尼安委员。好，谢谢主席，麻烦请令狐。市长，请令狐市长。那国安局，请王副局长。副局长，国防部的，请唐柱次。啊，唐柱次。委员好。好，三位好。我想先请教，就教于这个外交部的令狐市长哈。最近有些民众在护照这个封面上面贴了台湾国或是其他贴纸的行为啊。那么这个外交部用非常快的速度，就是说这是变造这个护照，那也要科予他们一些罚则哈。我想请问一下令狐次长哈，究竟在护照上面贴了台湾国或是台湾黑熊的贴纸，是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法益侵害，值得我们外交部用这么快的速度，那要宣称要用刑罚来处罚我们的人民？鲍委员，这个我们护照条例的施行细则啊的修正是配合今年五月通过的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的这个护照条例，那么这只是一个执法的配套修正，并不是针对什么特定的对象。那么当实务上面，我请问你，是护照上面贴台湾国或是台湾黑熊的贴纸，是有造成什么样的法益侵害？这个如果还是你有没有去问过人民，因为贴上这个之后，在国外让大家更知道说它是来自于台湾？我知道我们国家的处境非常的艰难，我也知道外交部你们在国外，你们也没有用 Republic of China， 你们用的是 Chinese Taipei。我们这个你们自己也在变造我们的国民，不是吗？国民一向是 Republic China，
但是参加国际组织的时候，有时候是必须弹性务实啊，用一些勉强。那你觉得我们人民用台湾不是弹性务实吗？台湾我们中华民国护照上面，我们只是贴在外面，我们还没有弄里面呢、欸。不是，中华民国护照封面已经有台湾，这也是过去。人家觉得你的台湾不够漂亮，他要用黑熊，这样不可以吗？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用台湾黑熊不可以吗？如果影响到。到底有什么影响嘛？如果谁不能辨识嘛？如果把国民，那你的海关人员要他们要知道台湾黑熊是我们台湾的代表啊，他们知识不足啊。我觉得就是这个。那他用台湾国，那有什么台湾国家人民这样子？我问你嘛，你们自己在外面变造的时候，你们都 OK？ 那我人民我在外面，哎，你知道我们在国外这样走走走，人家问我们哪里，你说台湾，人家有时候还以为是Thailand哎，你知道吗？那你又说 Republic of China， 人家说你是中国人 ，No No No， 很麻烦，你知道吗？我们做几个台湾人啊，我们就写一写哈，就 Anki 啊。这个我们要堂堂正正做个台湾人。这个护照，我想问你嘛，它到底侵害了什么，让你们可以用这么快的速度？啊，你们自己在国外自己去换名字。你怎么都不告诉我们？我们台湾人，那我问你 ，Chinese 台南的人怎么办 ？Chinese 高雄的人怎么办？高雄人要怎样？哈，都没尊严。那你主席总招委是的台南的啊？这个我们国家处境很艰难，大家都知道了。是嘛？所以这个事情有必要让你们花这么大的功夫、时间，甚至这么快的速度？我觉得。这个你们好好检讨一下，好不好？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我告诉你，我要求我们外交部要停止修正这个相关的办法。我也要您宣布，不会去惩罚、处罚这些我们的人民。就这样子，可不可以请林务局龚局长来说明一下？快点，我时间不多啊！你到我的办还是怎么样？你用简短的说法好不好？你是事务局，对，报告委员，因为。这个我们也问过其他国家啊，包括美国，他们都认为说，在这个护照上面，美国护照上面也是一样，就随便去弄一些这个涂戳，包括像这个小孩子喜欢贴的这个 Hello Kitty 的东西，他们是认为是也是被不允许的。那他们所以现在刚刚今天的主题是讲到反恐啊，因为刚刚那他们怎么做嘛？他们就是我有准备反恐的啦。对，这个跟委员报告，他们也是禁止的。我要先知道这个啦。这是他们美方的官员告诉我们的。包括明确的这个用一个书面的东西，那你明确，那你书面告诉我，你为什么去用 Chinese Taipei？ 为什么你出去外面，你去因地制宜，你去自己，你们自己去，你们自己就可以弄成，就可以把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去把它改成 Chinese Taipei。好，你们自己做都可以。那人民也有人的声音，他觉得说我要 Taiwan 啊，对不对？我要 Republic of Taiwan 啊，对不对？这个东西你们不要在这个时间去淌这个浑水、哦、我跟你讲，这执政党的这个民调已经够低了，好不好？谢谢令狐，谢谢请新辉。接着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国安局的国防部的哈，请王副局长，请好，你们好哈。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台湾唯一的敌人是中国，目前也是这样子，国防部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也都非常的清楚。但是呢，我想这几年以来啊，我们的政府一直不断的去放。中国人不管他用观光客的方式、团进团出的方式或自由行的方式，一直不断的进来到我们的台湾境内或是在离岛，现在离岛甚至是落地签啊，是吧？对不对？这个请问一下这个王副局长，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每年上百万的中国人入境，而且啊这七年来破获了共谍案有38件，也有72个人被你们破获。像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国安的情况是，我觉得是漏洞百出啊！这样子的漏洞，我们如何亡羊补牢？报告委员，我们没有漏洞，我们只是说加强一些相关的一些国安侦防跟保防的一些作为。那中共来讲，它事实上是以国安、国防的相关的一些单位为它最主要的工作的目标，所以我们才会破获的大概以这几。这个他现在是人越来越多来到台湾，我们会有专案去做一些执行。请问我们执行的专案的人员有没有越来越多？我们执行专案有没有增加？我们每个国安单位都在做啊，有没有增加人员？有没有增加人员在这一部分？因为放进来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多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的国安的防卫有没有人专案的人员有没有越来越多？那你成长的比率是多少？可以给我数字吗？我们是所有的国安单位都在做这个专案的工作，我们不是说这个专案只有五个人在做，还是八个人在做？ 你听不懂我的问题吗？我了解，我是说放进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我们针对这样子的反恐或是国安的这个维护的这个专案处理人员有没有越来越多？那我要把各单位的编制人员给委员吗？因为是各单位的联合编组在作业，那你完全没有概念吗？我今天也没有问你数字，我只问你有没有越来越多，这个你都回答不出来，我觉得不是，我们这个也是秘密吗？我们现有的人力啊，你要叫我谈出一个人数出来，我谈不出来啊。那至于人力上有没有增加，各单位我必须要去再去做了解说。所以你是完全不知道，你也完全没有概念。我们就知道中国公安客来台湾越来越多啊。那你觉得我们在防止的，我们的单位在稽查的，或是在这些人有没有越来越多？我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身为国安局副局长，你没有办法回应我这个问题，你来这里做什么呢？我必须要了解详细的状况，才跟委员报告真实的情况。我不能说增加了或减少了人数，当然各单位随着他的业务增加，那你到我的办公室来报告。本席非常的关心，我一再的在重复，我非常的关心。我现在也有两个案子，这个不主席不好意思，再给我一分钟。我有两个案子啊，请你们回去啊去做这个，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回答我。第一个是，我假设台湾发生恐怖攻击的时候，有个激进分子早上十点钟分别在西门到台北车站、民权西路到圆山站、古亭站到顶溪站、龙山寺到江翠站等四班列车上面呢，每班这个四节车厢里释放了沙林毒气，请问预计会有多少人受害？好，这个是一个模拟的状态。那台北地区的医护系统是不是有足够来支援这样子的受害人数？好，我想这个你没有办法马上回答我，因为这个是我告诉你，假设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来因应？好，包括说第二个，如果说入侵台北小巨蛋、高雄巨蛋演唱会，一方面拿着枪支对人群扫射，那这就是法国的，这很夸张。你可能想说我们没有枪支，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我们的八斗子渔港啊，我们八斗子渔港竟然 BOT 去给这个民间啊，你知道吗？他们可以进口枪支从那里，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本席当刚知道，昨天刚知道，感到非常的惶恐。好，这个部分请你去了解状态。我们国家的港口竟然可以 BOT 给私人的公司，然后呢，如果从那边进口什么东西的话，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拿着枪支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好，另一方面呢，把守在出入口，请问我们要拯救受困的民众要怎么拯救？好，怎么样去逃这个逃出来？以小台北小巨蛋演唱会散场来看的话，我们要花费30分钟才能清空哦。那我们怎么样让受伤的民众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把它送出来？这些都是假想题啊。但是我想我们有国安概念的你们应该是随时都在做这种假想题，而且这不是不能发，不是不会发生，因为它已经都在其他国家发生了，好吗？谢谢委员。我就补充一点哦，委员关切的捷运哦的事件，实际上那个副局长每一年都在做。你说这个部分有一些事后跟周委员专人去跟他报告，好不好？好，那有些你们具体作为不便在上面讲，你事后就报告。好，好，谢谢主席。好，谢谢。接下来请孔文基委不在，詹曼荣委不在，李桂敏委不在，马文君委改书面哈，那请邱志伟委员。好，谢谢主席。要请这个国安局王副局长，请哪位？国安局王副局长。好，委员好。副局长，台湾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发生过恐怖攻击事件？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所以历史上没有在台湾本土境内
有发生过恐怖攻击事件嘛，所以一旦发生过在境内发生恐怖攻击事件，我们过去没有经验的累积嘛。但是我们会针对一些状况，我们跟相关的单位都会做一些模拟的兵推，但实际上确实是没有发生状况。有没有准类或者准恐怖攻击事件？我不晓得准的意思是什么，是大规模的死伤。我想基本上应该没有, 没有了哈，没有。那这一次的这个恐怖攻击事件为什么发生在法国？国安局的研判，因为是他的反恐机制比较薄弱，应变能力比较差，我想还是其他因素？我想法国被选定为目标，就像美国被选定为目标是一样的啊？你说什么？跟美国被选定为目标是一样，实际上他们都是对 IS 那边来讲，事实上是有一些行动的，是长期擘划、长期策划，不是这个临时起义，不是临时攻击的，是应该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筹划、设计、酝酿。我想任何的行动都是这个样子，不太可能说一夕之间决定的，或者是一个礼拜仓促成军的。我想是。好，所以在他筹备的过程中，应当有一定的情资管道嘛。所以法国之前，法国在发生恐怖攻击之前，有没有接获到类似的情资？我不晓得法国那方面有没有接获。那你们对这次你们反恐机制？国安高层会议也启动了嘛？十六号马总统召开，这是要加强我们国内的反恐机制。那为什么会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因应反恐？就是因为有在巴黎的这个恐怖攻击事件嘛？是因为有这个状况。对，所以你们对这事件研判要很清楚。说为什么会选择在巴黎？为什么不是在伦敦？为什么不是马德里？为什么不是法兰克福？是他本身的应变机制比较薄弱。还是他的应变能力比较差，或者他情资掌握不确实。我们当然这个随着状况，所以让这恐怖分子有机可乘。我想这个我们要后续慢慢去做了解，但是我们先做的第一个就是从他的特点来做分析。那已经是不是说单纯的针对像政府或者具有一些军事或者是具有一些象征性意义的目标？它现在是一些软性的，譬如说剧院啊这种竞赛的赛场啊。这一次的恐怖攻击事件跟过去的恐怖攻击事件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对，我刚才在讲的第一个地点的不同，第二个目标事实上对的是公民，不是说它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民众，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警示的作用，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除了加强我们以往的关键基础设施，必须强化它的一些警备的一些作为之外，我们也必须加强一些过去恐怖攻击的热点，现在变成说遍地都可以开火。街头只要人潮聚集地方就开火，剧院也开火，足球场它也开火，所以任何一个人潮聚集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恐怖攻击的一个地点。过去有相关的热点，比方说交通的枢纽，比方说的行政中心，比方说著名的地标，比方说军事设施，但是现在已经把过去的这个热点已经把它打散了，全民都要面对恐怖攻击的这个威胁。过去是可能是局限于特定地点、特定的人，像他恐怖攻击对象是全民呢，所以造成社会的恐慌才会那么的巨大。那我们担心说，我们过去没有任何反恐、执行反恐的经验。那当然，你要借助其他国家的反恐经验，从情报的取得跟联系。所以我刚刚请教您说，为什么会选择巴黎？是巴黎这个情收不正确，或情收不确实？反恐机制比较薄弱，这个原因你们要去分析出来呀。对，因为合作友方都在正在做处理的，因为我们会事后会做这种分析，为什么会选定，比如说大都市还是小的乡镇，还是说为什么选定在这个点，我们都会后续去做一些情资上的一些分析。那在现在来讲，可能我没有在这边跟您请教，就是我希望你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多礼拜了吧。我们先把国内先做好。对嘛？当然，国内做好，你要知道说恐怖主义为什么发生的原因呢？台湾有没有可能遭逢到这个类似巴黎的事件呢？从比其他国家的这个惨痛经验，我们可以学习到嘛？而不是在那边纸上作业。我觉得你们十六号这个马总召开这个反恐高层应变会议之后，好像人民没有这个实际的感受。我想不是人民实际感受，人民如果有感受，他会恐慌。
而是说我们国安才会安心啊，怎么会恐慌呢？你要适度，你要适度的有一些作为才能安心嘛。现在人心惶惶嘛。我想没有人心惶惶。第一个，我们都加强了情报的掌握跟所有这些预警情资；第二个，我们也加强了我们国安单位的一些安全维护的一些作为。我想民众只要仔细看，都适度的作为，我觉得你们连适度的作为都没有。有啊，我们比方说这个机场啊、港口的这个保安，这个更要加强。重要景点、人潮聚集的地方，多点这个见警率或者巡逻警网。委员，你关切了，我们在四号当天就已经开始协调各关，但从这个出入境，我们的这个国境线开始，一直到一个社会面。我想我们都有在做强化的作为，在出入境的管制有没有加强相关的这个可疑恐怖分子的这个出入境的管制？有加强。那我们从十四号就开始了，所以十四号就开始到现在，我们现在没有发觉任何要对我们造成威胁的恐怖的一些预警情资。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情资说台湾有可能会有这个恐怖攻击的行动。没有直接对我们台湾，那你的意思说有间接？不是说间接，我的意思说你的恐怖活动的情资必须要很精确的说要针对哪一个，你不能很含糊的去讲说我要针对亚洲国家的这些国家。我是想说，连法国啊，他曾经遭受很多的恐怖的攻击行动，他应该有很多的经验，连他们的国家都没有办法确实掌握到情资。以至于发生那么连续在三处不同地点、六处不同地点，造成100多人死亡。连法国这种国家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反恐滴水不漏。那我们质疑，我们是不是有相关的能力？我们绝对有这个能力啊，来做事情的防范，跟事后的因应。我想跟委员报告，我们主角于境外，在第一个在国际线上，我们就会加强的管制，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作为。然后在我们整个社会面来讲，或者关键基础设施来讲，或者一些地标地物也好，我想我们都会有作为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兵推跟实证。那台湾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真正的反恐专家？那您算不算反恐专家？我不算反恐专家。那局里面因为我负责情报收集，局里面有没有反恐专家，或者是今天列席的相关单位，国防部唐次长。警政署代表好不好？移民署代表是不是全部都？还有这个国土办黄副主任，来，请四位。今天列席的相关部会就是执行反恐的相关的这个部门跟主管人员。台上五位主管，你们代表各部会来列席，五位是不是反恐专家？五位自认是反恐专家举手，五位都不是反恐专家。委员，我们负责就看业管的负责事项，你不能说是用反恐专家，最起码要有一个反恐专家来让我们讲，我们专业，让国可以了解你们具有这个反恐的能力嘛。今天我把所有的各单位，国安局、国安部、内政部、警政署、移民署、国土办，全部都上来，就我问你们，有到底有没有一个反恐专家？你们回答我说没有，我们有反恐情报，我也具有这边的专业。反恐情报只是一个部分嘛，反恐专业是很多处理面、情报面、善后面、谈判面，方方面面，这个道理没有一个反恐专家，我们怎么放心说这个你们有能力来执行这个反恐的作业呢？啊，这个是我。国土办报告委员，我是国土办，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国土办办公室主要两个功能啊，一个就是防恐，一个就是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那在防恐，那您是国土办的副主任，是？那您是反恐专家吗？我不敢讲因为我的专业是在资讯安全。资讯安全，资讯安全不是反恐，当然是有间接关系的哈。是是，那但是我们主任，我们主任在这部分他是警大的出身的专家，他也是国那个安全系主任是谁？石正刚，石主任。石主任是有名的反恐专家吗？那另外，因为我们在这个行政单位里面石主任今天那么重要的反恐议题，
他做统合的单位，为什么他没有参加呢？今天正好是我们在审查我们的预算，所以他在审查预算那边，啊，所以他今天就由我来这边。但是我要报告的就是说，在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在举行的各种训练、讲习，或者是各种防护计划的一个规划里面，都有防恐专家来协助我们，像警大啊，他们对我需要真正的专家了，有是。有很多的专家，最起码我期待这五位其中有一两位一定是他专家，对所有反恐的所有细节、执行的状况、事前的预防、事后的处理，是都有很清楚的脉络跟逻辑。那我们办公室也有很多的分工。如果你决策者不是专家的话，我们办公室当然也有反恐的专家。那另外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学术单位或者是一些研究单位都有来协助我们。我们都会咨询他们，请他们来帮我们。你如果不是专家的话，你就没有权威感，你就没有这个指挥权，哈、哦。因为专家才有绝对的这个指挥能力嘛。那你如果不是专家，你要怎么去协调各单位呢？我想我们要界定这个专家啊。我刚刚可能会误会委员的意思哈、哦。那我们认为这个专家可能就是说他在所有的这种那个各种那个案例的分析也好，或者说对各种情势分析方面，我请教你，你们办公室有没有专人到国外去接受长时间的反恐训练？目前没有，没有。对啊，但是台湾也没有反恐怖攻击的案例，也没有执行反恐的经验。那你们有没有相关人员到国外去进行这个长时间的反恐训练？在国际交流是一直都持续在进行。国际交流不是说几场研讨会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一些这个反恐的技术跟知识啊。那我们平常在每发生一些那个恐怖攻击的案例的时候，我们都有专家在我们办公室里面就有同仁专门在负责这方面的分析研究。所以这情报的工作，我刚刚为什么请教这个国安局这个王副局长，就是说你们对法国这次为什么发生恐怖，是为什么选择在巴黎，为什么这种样态跟过去不一样，你要做一个这个情境的分析跟研判，从这个案例来看，未来我们要怎么样强化我们相关的反恐机制跟作为？对，至于是不是选择巴黎，我想这是有战术恐怖攻击集团哦，他们有战术和战略上的考量啊，他们怎么去选择？那你现在知道，那王副局长说他还在研判。那你先告诉我答案。我只是做这样一个推断啊。那推断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代表国土办呢？我个人。那你这边，我是希望你代表机构的这个权威的发言来让民心能够更安定啊，不是你个人。你个人，如果你是反恐专家，你刚刚回答本席说你是反恐专家，我就相信你说的话。那你告诉我，你并不是这方面，你是这个资讯方面的这个专才啊。所以我希望哈，只有人才的培育很重要。一定要有这个合格、适格、有能力、有经验的反恐专家，或者你如果没有，要派到国外去学习长时间的，而且不是一两个，要派一组人，是一个团队，反恐的团队，从情报、从执行、从善后各方面都有一个长时间培训的反恐人才。好，谢谢。好，谢谢秀文，谢谢，谢谢各位列席各位首长哈。本次会议既有肖美琴、林玉芳、马文君、杨琼英等委员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补充资料者，亦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提供。那本次会议散会。